好，谢谢。现在开始开会，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1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经济委员会第16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4月25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3时29分，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代化委员等13人，请假委员苏之芬，列席委员林德福委员等30人，列席人员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志清等20人，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研究员林真树等2人，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综合计划处副处长洪淑信，教育部综合规划师师长陈雪玉等4人，科技部科教发展及国际合作师副师长彭立春等3人，文化部文化资源师专门委员林弘毅，内政部营建署都市计划组副组长廖耀东，法务部参事罗建勋，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曾焕栋等2人，主席林召集委员代话，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姚文智等16人拟具石龙教育法草案。本日讨论事项并案询答，委员陈曼丽、姚文智说明提案要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主任委员致信报告后，委员林代化等18人提出质询，均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主任委员致信、教育部综合规划师陈师长雪玉、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正副署长来常及相关人员进行答复。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高志鹏、苏志芬及徐真卫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付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决议另定期审查。二、审查本院委员陈曼丽等17人拟具《石龙教育基本法》草案。决议另定期审查。通过临时提案12案，内容敬请委员参阅。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议事人员。那么，因为在场委员尚不足法定人数，我们议事录我们暂不确定。我们现在继续进行讨论事项，我们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105年度预算书及其附册案询答；二、审查经济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台湾区杂粮发展基金会、船舶及海洋产业研发中心、台湾电子检验中心、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台湾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全国认证基金会、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等9家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询答，讨论事项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到委员会列席的，我们各位各行政单位，我们的列席的首长们，我在这边就不一一介绍。那么，我首先呢，我就请我们经济部我们沈次长来做业务报告。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呢，贵委员会来审查本部主管政府捐助基金累计超过50%以上的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等10家经济事务财团法人105年度的一个预算。那本人呢，这个部分呢，这一个奉邀来出席这一个报告哦。那紧接着我就把这一个所谓的今天这法人的一个现况，以及预算的一个编列，以及监督管理的情形，来做以下的一个报告。首先呢，谈到这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现况，那本部主管财团法人系以协助提升经济发展为目的，来从事促进工商经贸、能源资源以及产业科技以及资讯应用等业务。那今天所审查的10家财团法人的一个设置目的、成立时间以及法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支持的用途等，详附表一，请参阅。第二，
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的一个编列的情形。上开十家的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编列情形，详附件二，那把它汇总说明如下。首先呢，就是谈到收入的部分，总计编列了332.74亿，较上年度323.72亿增加了9.02亿元，成长大概 2.79%， 主要是工研院及中小企业信保基金收入增加所致。在支出方面，总计编列了330.82亿，较上年度321.80亿增加了9.02亿，约成长了 2.8%， 主要是工业技术研究院以及中小企业信保基金支出增加所致。在移处方面来说的话，那整个各财团法人收支预算负底以后，皆为剩余，总计有 1.92 亿。在资产方面，总计 1250.83 亿，较上年度 1205 亿增加了 45.44 亿，成长 3.77， 主要是中小企业信保基金资产增加所致。在负债方面，总计395.08亿，较上年度378.29亿增加 16.79， 成长 4.44%， 主要是中小企业信保基金负债增加所致。那在净值方面来说的话，总计855.75亿元，较上年度827.11亿元增加了28.64亿元，约 3.46%， 主要是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这一个净值增加所致。紧接着跟大家报告，就是本部主管财团法人的一个运作绩效，主要呢就是以产业科技类的加速最多，历年来都配合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政策，积极来投入产业技术的研发，并连接上游学界以及下游的业界，透过技术及专利的产出跟产业的一个应用跟服务等，来引领我国的一个产业发展跟转型升级。同时呢，也积极来协助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来提升，提供产业的一个专业检测验证的一个服务，是我国中小企业最重要的一个研发伙伴，也是新兴产业创新的摇篮，也是我们这一个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助力。那谈到本部对这一个主管法人的一个监督管理，本部在这一个所谓的对于主管的法人的监督管理一向极为重视，除了依据民法以外，同时也依据本部颁定的这一个经济部审查经济事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以及这一个法人的管理跟监督作业的规范来办理。各法人依据前阶规范建立人事业务会计跟稽核等规章制度，注意各法人的董监事的会议记录，以及重要人事任免，以及年度的策略方针营运，以及资金应用的计划，以及结算书等，也需每年依规定的时间呈报本部备查。另外，也依照预算法以及这一个所谓的决算法，由本部将营运跟资金应用的计划以及预算书、结算书核转大院来审议。那依据这一个法人的一个管理跟监督作业的规范，本部实际这一个监督查核作为包括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书面查核，年度终了以后，针对这法人年初提出的工作目标来办理年度的业务绩效评估，包含财务、制度、业务等方面，以及对财务收支应用的效益。那同时呢，我们也至少每三年对于主管的法人进行实地的查核，并将相关的查核呢的结果公开本部的网站来供各业界来参与。为了加强现行对主管法人的业务监督，也持续来检讨各法人是否符合监督的目的，以及提升财务自主的能力，期盼借着法人的运作机制来协助政府建立新兴技术，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以及研发创新，以及来扩展我国的一个工商经贸。那近年来，这个大院审查预算有关法人的决议事项的办理情形，
那譬如取消交通费的补助，以及不得发放高层主管的房屋津贴，以及政府遴派人员的年龄不得超过65岁的限制，同时也应该在这一个官方的网站公开揭露政府遴派人员的姓名、任期以及合派的理由的相关资讯，必须遵循利益回避以及年终奖金应比照公务人员的标准的考核来发放，以及公关费、特别费的使用上限也要比照主管机关所长的公关费跟特别费等。那本部呢，都遵照大院的决议内容函转主管财团法人来切实遵照办理，并予以持续追踪管理。以上报告，敬请主教，谢谢。好了，其他单位的报告吗？好，谢谢。那么，谢谢我们沈市长的报告。那么，其他单位的报告，请委员自行参阅并列入公报记录。那么，现在我们进行询答。委员咨询前，原例做以下几点宣告：每位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如有临时提案，上午11:30左右进行处理。那么，首先我们请林大华委员。好，委员，对不起。好，先确认一下议事录。好，请问一下各位委员，上次会议事录有错误？好，没有，那我们议事录确定。好，谢谢，请林委员。有请船舶暨海洋产业研发中心。也请这个我们经济部沈次长。好，请沈次长以及船舶暨海洋产业研发中心的董事长啊，执行长需要吗？董事长就可以了。好，董事长。委员早。好，早。好，这个沈次你就先在旁边哈，这个听的未来，因为你也是在继续在我们经济部服务，所以这个议题可能有需要让你知道，未来国建国造这个是很明确的国防产业，所以本席啊对现在船舶中心啊未来要接下这个沉重吃重的一个任务来讲啊，本席对于目前你们的这个业务啊在执行的部分呢有很大的担忧。那我就您个人来讲，这个董事长，您认为你们目前设计的案子，那确实不管是它来自国防部的案子，或来自海巡署，或者是民间的部分，有哪些是发生问题？是因为你们的设计，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规划设计建造而发生一些问题的，有哪些案例？好，那个谢谢委员的指导哈。好，那个有关设计部呢那个我们只想是设计专家了哈。好，我想我就先、這個、案例就好，不用讲太多。有哪些案例？现在要讲问题，就是直接面对我自己曾经哪些因为设计的不当而导致了哪些这个让船东或船厂或有一些损失。好，直接讲我的问题很清楚，案例不当的案例。据我所知，事实上在我们设计上并没有。去年的2015年的这个海巡最大的这个案子，油弹补给舰。是。这个是海军最大的军舰。是。油弹补给舰，你们的设计完后给台船，台船它之后有没有变更设计？这个设计呢，是应该在转接就是说应该是海军转接的时候给的指定的。在我们设计面上来讲，事实上我们设计就按照设计面，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很奇怪的答案，這個、表示海军给的需求，你说你们在设计上没有问题，可是到了台船的时候，它50%以上全部变更设计，因为它不符使用，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台船也延宕了工期，所以赔了7亿。再造军舰能够赔钱的哈，大概只有这个案例了，全世界。好，只是赚多赚少而已，合理的利润有没有拿到而已。好，能够赔上7亿的部分也仅有这个案子。可是为什么本席就是质疑的部分？为什么你说你7亿？好，你说你设计从规划设计到建造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他回来还要再改50%呢？这个执行长，你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
特例好了。跟林委员说明啊，因为刚才林委员有关心，就是说变更设计这些事情。据我的理解，他亏钱，当然变更设计是有主机变更设计。那这个主机变更设计，事实上我们是设计是没有错误的，他是去选商的时候，他们自己评估，要加速工期，所以他去变更主机。那另外他亏了大概6-7亿，我们理解是他预估。他预估那个细部设计的工时，他们自己都跟我们讲，他自己低估了50%，因为他是第一次造这种晶卷，所以他把那个细部设计的难度把它轻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理解到的，设计的难度轻估了。所以你是推给他们的设计部门，而不是你本身，你接下这个案子之后 的整个的设计总规划，不是你的问题。对，因为我们创博中心是做基本设计，所有主要性能是我们设计的。那台船它必须要去做细部施工设计。然后它产生的问题是在机电的部分。因为他们的机电的好 ，OK， 我认为啊，你们船舶中心的基本设计与船厂的施工设计是无法紧密配合的。这就是从经济部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哦，之前我们说很多无效的专利，好，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因为我在在这个市场的探寻的时候，包括我的设计，包括我的制造，包括我最后产出的时候，最后我才要申请专利。我们以前是这样嘛，所以经济部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这几年他们在整个这个专利的申请的过程中，从市场的调查，他就导入设计的专业人来，一路跟到底。好，从设计监造，现在你们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好，从设计，我是做设计的，我不管它到底船厂能不能做出来，功能性不是我的问题。你们现在是盈利导向，财团法人你们是有国家政策之需要的，所以今天你的问题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在整个功能性跟建造设计，从规划设计建造到整个到验证，但这验证不是你们的事情。好，你这个能不能整个在设计的当中，你就应该要知道后面的东西的实用性跟功能性。好，那现在未来国建国造，如果再按照你这一套的逻辑，哇，那国家可赔大了。反正我只要接案子，我只要赚钱，我只要盈利导向。好，到底它实不实用？我国建之后是要国家要能不能用？潜水艇下去是不是能不能浮上来？潜水艇下去之后会不会真的有安全无虞？重点是安全。安全的，你的设计不当就会导致我后面施工没有办法进行，然后 会有安全的问题啊。好，所以说今天本席，那你认为要怎么改？本席认为你的基本设计的这个扎根不够扎实，好，那也认为你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啊是不够的。所以你们现在发包是怎么啊？发包你们因为盈利导向，反正呢大概是跟国防部讲好，那跟海巡署讲好，大概因为长期合作，我认为你是国内唯一一家，我不是批评你是垄断哦，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而是你在设计的能量，你包山包海，你包军舰，你包商船，所有的包括绿能的哈，这个工作船也好啦，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个绿能也好，好，或者是一般的商用船舶军舰也好，你全部包。你们现在才多少人，执行长？我们190一百多个人啊，可能为了一件军烧，人家就要100多个人来做相关的设计而已。为了一件军烧，我想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在国外，可能一件军舰哦，他就要100多个人做设计的。好，那第一个这个我要替你喊冤呐、啊！好，设计能量不足，但是你本身设计的值够不够国际化？好，我认为也没有。你们现在就是刚才我讲的模式，你发包的方式，我就是包到我接到案子之后，我总包，我也秘密的，然后之后我就发给向下包。我认为你要改正，本席认为说你应该是直接在接案的时候就赶快的找国际的设计公司，好，包括这个验证公司，好，验证不是后面发了那个验证书啊，是他在每一个流程他都已经在做验证，在做监督了。之后你的船出来实用性有，重点是它安全。好，我想执行长您对本席所建议有什么看法？
跟委员报告，我们确实以后要加强我们设计啊跟那个船厂之间的沟通，因为这是要一体来完成的啊。那这个是有改善的空间。那至于我们跟国外接轨，我们是非常密切的，因为我们的船舶建造都要符合国际法规啊，所以这些安全事实上都是无虑的啦。国际法编或是国际验证，现在所有的国际，应该是说现在任何不管是军或民用的都是采用国际商船的模式，也就是导入国际验证监督的流程，以符合国际规范。好，其实这个东西很多家，光是设计包括验证的部分是很多家的。是这个我对，所以你应该是在开案的时候，那这应该是第一个要符合国际规范。好，那你才会安全嘛？因为在你的监证，我要强调这种的这个验证，你比我很更清楚。它是一个流程的监督，是好，是一个流程的监督的过程。那第二个，也因为我设计当中，像你们现在的技术是很落伍的，有些在国际上是很成熟的。你说好之前的沱江舰也好，那种设计，其实在台湾来讲，这在国际比来讲呢，这其实是一个是旧的设计的。好，那我认为说你应该是在有一些接的案子的时候，你如何提升？好，那你就是跟人家合作，然后在契约当中明定我如何计算你的设计的能力。那你这样有什么效益？你是国内老大，所以你当你的设计部门都愿意走国际验证跟国际的设计的这个主流的时候，你的台下面的台船，包括你的我们国内这三四家的民营业者，一定会跟着你走啊。你接的单子绝对，当然了，你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会减少？不会，这个单子你的业务量才会增加，你才有办法国际竞争力啊，而不会让下面我们台船跟所有的这些业者，除了有这个自己呢这四五家啊、三四家自己竞标之外，最难过的就是说好竞标之后，好这个我们设计的部分各自单打独斗，我就以设计来讲。他自己去找意大利，他自己去找哪一个国家，去找美国，或找哪一个设计公司，去找英国，好，就各自去找。为什么你不能帮忙做做领头羊了，在设计的部门？好，我想这个就是效益，这种是一个产业的效益。这个是因为你设计的带动，你愿意走国际化，好，功能性强，有这个功能性强之后又安全。带动的是台船的设计部门跟所有我这下面的这三四家的造船业者的国际化，让他们也能够打国际杯，而且很扎实的去接国外的单子。光是国内单子你就接不完了啦，说实在，所以根本这个不需要说太自我封闭的自我导向的这个盈利的 为目的，而是你国家政策你要带动的是什么样的目的，这要很清楚的。好，谢谢，以上。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林岱华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廖委员。主席可以先问一下，为什么部长没来？部长有跟我请假。OK。他跟我请假，他另外有要事啊。好，他这个业务那个次长，他沈次长他也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就请次长。好。OK。好，那我们就请次长。好，请次长。委员好，次长，我要问你的哈，是大概你们心里都已经有所准备了。今天的《自由时报》用了两版的这个版面来披露 IPP 漏了该缴的公积金这件事情。您作为长期的事务官，我想问你，第一个是说，有这个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这个条例您知不知道？这部分我是今天才知道，你也是今天才知道，是的，不得了了，这不得了了。因为我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的有没有你分管嘛？是不是你分管？这个能源局你分管？这个法规单位是内政部，这个法是内政。这个法规在内政部，这个法是内政部的法。什么时候公告的？你也不知道。这个、我告诉你是89年4月26号。哎，对，这到现在应该几年了？我是不是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委员报告一下这整个情况？你简单说明。好 ，OK。首先呢，这个案子来说的话，民营电厂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些 IPP 是一个民营的电厂，它不直接售电给我们
的这些一般的公众用户，这个要厘清，跟一般所谓的公用事业不同的哦，他卖的电是卖给台电，不是卖给我们老百姓哦，这是第一个要先厘清。第二个呢，民营电厂的价格哦，它是由台电的所谓的发电的回避成本为上限来竞标，是公开大家独立电厂来竞标、嗯哦、所以这个部分是由这个业者他的努力程度自负盈亏，因为这是公开竞标的、哦、那再来根据这个条例里面规定呢，这个条例里面第一条规定，除法律别有规定以外，依本条例监督，所以呢，这个 IPP 跟这个所谓的台电，它跟台电的这些购电的契约啊，都是依电业法规定，是依电业法，电法是你主管啊，是依电业法，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呢，是优先适用电业法，所以就不是适用这个所谓的民营供应事业的监督条例，是这样。你这样子讲的话，这个民营供应事业监督条例是参考用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一直这个部分我们要跟法务单位跟内政部再来讨论，嘿，这样，因为他第一条已经 这个已经十几快二十年了，这个条例啊，因为性质不一样，因为他是直接卖给台电的，不是卖给我们一般的用户，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供应事业，比如说瓦斯公司的气价或者公车的票价不一样，这是直接跟消费者有关，他这个不是。他这是直接卖给市长 ，OK， 你的解释荣获大家会听得懂了哈。但是我要问的是，这个条例既然存在，八十九年就开始公告执行，但是我看你们的执行面呐、啊，你刚刚说这个是内政部主管，这很怪异啊。这明明是公用事业监督条例，怎么会在内政部呢？那比如说瓦斯气价、公车票价，这个都是跟老百姓公共有关，所以是内政部，所以不是只有电价，好。那我看到他们第八条啊，他规定了 IPP 业者在年度结束前三个月内要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报主管机关，这个主管机关不是你。这部分我们主秘要不要来答复？是谁？这个主管应该是谁？那个是指那个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的主管机关哈。不过这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那个 IPP 这个哈，它跟一般的民营公用事业是不一样的。所以民营公用事业像我们瓦斯公司的气价或刚才讲的票价或计程车的价格或机票价格，这个都是直接跟销卖给最终的用户，卖给最终的消费者。但是 IPP 它并没有，所以它这个太阳哈，在这个民营公用事业条例里面，它是跟其他的太阳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目前是依照电业法的规定。那么依照电业法的规定，它是依照电业法来申报它的经营事项，所以它并不是依照民营公用事业条例来申报的。那电业法里面没有这样的相关的管理或者是这个行政的程序吗？是电业法里面对电业的管理是一样的，都是它也要申报这些经营的资料，但是电业法里面并没有去要求它要申报投资报酬率的。你们看到了这样的报道以后，有没有跟内政部做相关的这个意见的交换呢？因为电还是你们管嘛，虽然是这个条例是内政部在主管，但是电业是你们在管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跟我们内部法规部里面法规单位讨论，然后紧接我们会再跟内政部再交换意见。这个实在太可怕了，次长，你做那么多年的担任的常务次长哈，长期的这个事务官。像这样的你也不知道，因为那内政部更不会知道了，因为他不管电嘛，对不对？这个部分整个是在这一个所谓的民营公用事业，那因为呢，他现在呢，他是依电业法来的。市长，反正今天内政部不在，我们可以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他们了，没有关系了。我们会来再跟内政部讨论。我要跟你讲的 是，按照行政程序法的第131条。公法请求权就五年了，五年你不执行就消灭了，所以即使你现在突然知道说，哎，其实有这个公积金，我们应该要跟 IPP 业者要可能要收取相关的这个公积金，你也只能收近五年的。这个到底谁要管理？还是回归到内政部，还是能源局要管这个事了？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在民营电业这边是能源局在负责，对啊，负责这样。
这个那我条例是很怪异啊。我在这里也要跟委员稍微澄清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电业，然后呢，它不直接卖电给我们一般的公众用户，它是直接卖给台电，所以跟一般的公用事业不同，这个要先厘清这一句话。像这个卖了他们的产电，不是他们自己在用吗？剩下的才卖给台电嘛？对，他啊，对啊，对他像这样，他们自己在用那个卖了多少的厂家在里面呢、啊？这个不是用户吗？现在跟委员报告一下，他这个是当初呢在 IPP 的独立电厂的时候，我们在购电的时候，我们是公开招标，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啊，你越讲我越模糊了，我越听不懂了。这个你们有必要像今天报载那么大篇，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民众的注意跟关注，跟过去对 IPP 那种恶劣的印象，他们只想赚钱，不负任何的社会的责任嘛。那今天这个条例，我们发现啊。连你都不知道，我问了好几个 IPP 的业者，没有人知道这个条例，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相关的规定。这不我跟委员报告，这个是公开竞标的，而且是台电拟定了一个所谓他要去投资一个发电厂，大概要多少钱的一个回避成本，定了一个底价，然后呢再来下线公开来竞标。你们要快点对外做一个全面的说明了。好 ，OK， 好，不要让这个案子造成了。这个民众的误解之外，是你们是不做事嘛？行政机关不做事嘛？是，这我们会来把它厘清。好，谢谢。那我就把这个问题答到这里为止。这个手工艺中心有没有来？那个次长，那么多的基金会，那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中心呢、啊？你最满意的是哪个单位？手工业推广中心的唐董事长。声音呢？你最满意的是哪个单位，市长？现在是这样了，我们有一套的这一个机制在监督管理。对啊。那如果不符合规定，我们就会来跟他提醒。那目前呢，这些法人都表现非常好啊，表现都非常好。大概如果没有符合规定，我们都会来提醒他。哦，我们有一套的监督机制。哦，监督机制。我看到了你的手工艺中心呢、啊。过去我去参观过，很多的这个作品产品呢、啊，都还蛮有这个竞争力的。但是我注意到你们这几年呢、啊，手工艺中心，外销收入，啊，次长，外销收入零，多年来都是零哎。网络销售收入也不高，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手工艺中心存在与否。是不是有在考虑，根本就不需要他？还是执行长还是董事长？董事长，谢谢委员。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回答一下啊、哦，我们其实长期哦都接待外宾，所以包括我们在这个卖场上面可以直接换汇，因为换汇的结果，其实我们是叫做服务型贸易，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外贸的一环。那我们从我们以前早期是有做外销的，但是我们现在是透过网路直接做行邮。寄出的，所以它会具体的呈现在我们的营业收入上面。可是我看了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从一百年到现在啊，外销收入一直都是挂零哎、欸。所以它网络销售从100到102也是零哎、欸。最近当然有一些进展了、啊、哈，有一些进展。因为那个早期在20年前，我们是有具体外销的。我们是有具体做整箱出柜外销，但是现在是服务型贸易，我们是透过这个网站，透过网络直接行邮出去，还有贵宾做换汇动作来做销售的。但是成绩挂零、啊。那我们另外现在已经也在加强我们的网络的设施，我们从去年导入 ERP， 那今年1月8号开始，我们新的网站在上线了，所以我们现在积极在强化这个部分已经。那个次长。这么多的这个中心呢、啊，你应该有一个评比的一个机制，有哪一些真的是优质的，不是说看他赚不赚钱，而是真的有服务到所有的企业，啊，那你应该给予加冕。那个真的成绩不好的，你们应该有其他的这个退场机制吗？好，这部分我们来考量一下、哦、对啊，如果成绩真的是像我报表里面看的，每一年都是零。那这个中心成立存在干什么？这大概我们是这样，就是
这些法人成立就是来提升我们经济发展为目的，那这部分我们就会来 review 他跟他当初成立的宗旨有没有违背，作为考量，应该要提出检讨报告了，好不好？好，谢谢。好，接下来有请陈明文委员。主席，我们请处长。请处长。委员好。好，处长，我们今天看到报纸，我们看到民营电厂狂约150亿，也就是说，他的公积金从未缴纳，这件事情你知道吧？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一个部分呢，当初就是有一个所谓民营供应事业的一个监督条例。对，就是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第十二条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前年存利超过实收资本总额的25%以上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缴交公积金，没有错吧？哎，是的。啊，是。能源局有没有来？能源局这几年来有没有彻底去执行这一个监督条例？是的。因为民营电厂它的这个价格跟一般的公用事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售价，一般的公用事业像我们主管的瓦斯公司，不，今天你要很清楚，我今天执行的角度，我们现在是要了解说现在建筑报章，那我们要了解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未来过去八年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去执行，甚至过去八年，在过去在八年这一二十年来，为什么都没有人去执行这一条例？为什么？我要问你，为什么？是因为它的太阳跟民营公用事业条例里面规范的太阳是不一样的。民营公用事业条例里面监督的这个价格都是跟最终的消费者相。这不是民营的吗？是。为什么会太阳不一样呢？但是它的价格因为民营电厂的价格并没有直接跟消费者有关系，并不是最终价格，它是趸售给台电。那你意思是说，今天的报纸的这个引用的这个条例内容跟实质内容都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民营电厂就不需要缴交公积金啊？你的刚刚现在讲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是吧？简单的讲，让大家让民众能够了解。是的，那个今天我们看的结果就是说，今天报章登的事实上是跟我们的这些规定是有出入的。那当然我们也愿意，就是说报纸这样登，我们愿意刚才次长报告，我们跟内政部再来做讨论。不过这也要报告，就是说民营电厂它的售价并不是直接跟消费者关系的售价，我们所有民营公用事业定的价格，像瓦斯价格、机场的飞机的票价、车价，都是直接跟消费者相关。但是民营电厂它并没有跟消费者，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形态。那当时是依照电业法里面所民营电厂所生产出来的电是直接交给台电公司。是，你现在讲的所谓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的部分，是仅适用所谓的像自然气、自然煤气、煤炭、煤气，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是直接给民众，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它的价格部分。但是事实上像民营电厂，它卖给台电，事实上它就有盈余啊。是的。怎么会这个就不适用民营的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呢？这个是从哪里解释来的？我们是说这部分我们会跟内政部再谈，因为报上登。但是民营电厂目前它的机制都是依照电业法里面去规定的。那刚才报告就是说，所以你能源局是基于这个法令漏洞，所以一直都没有去执行这个监督条例的。并不是，我们是觉得它的太阳的。原来你是这种心态啊！那你现在你认为现在要不要去这个做这个追回的动作？依法要不要去追回这些公积金？要不要？我们可以再做检讨。你认为？你现在告诉我，你认为现在既然已经建制于这个报端了，你认为要不要？你告诉我，就是说我们会依照法理再做分析。你告诉我，现在社会开始在关注这件事情了。站在你经济部能源局的立场，你现在怎么做？就是说，如果依法该做的，当然我们会做。依法什么依什么法？但是我们现在，你现在要依什么法嘛？你刚刚告诉我说太阳不一样嘛？那你现在要依什么法？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依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第十二条嘛。那你现在到底是依不依这第十二条去处理？目前它的电价都是依照电业法的规定来收取的哈。那至于未来，刚刚也报告就是说，大家有质疑民营公用事业条例是不是要适用？那我们愿意跟内政部一起。我是认为是这样子的哈，民营公用事业就是民营公用事业了哈。事实上，现在的民营电厂就是民营公用事业，当然电力法还没有做修正。但他所以他现在只能够卖给台电，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民营电厂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民营公用事业，没有错吧？照理讲是，所以你现在不能够因为电力法还没有修正之前，你把认为民营电厂的电阻能够销售给台电，所以就不适用这个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那是不对的哦。哦，那是不对的哦，所以我个人认为，既然今天已经大家都建筑于报案，我是希望我们经济部立即哦，在520之前，最起码你们在交接之前，这件事你们基本上是应该要有动作的，好不好？好，最起码你们应该要有动作的，所以我还是在这里积极的建议你们要依第十二条规定，那么依法要做追回公积金的动作，你同不同意？有关民营公用事业电力监督条例跟电业法的竞合的这一部分我们会来厘清。那处长，我是建议你们应该回去以后立即要做这个处理，我想不能够走法律的漏洞，不能够把这个民营电厂是现在电力法还没有修正前，那么不适用这个电力法这个民营这个公用事业条这个监督条例第十二条的监督。好，我想这个部分是应该你们要去好好的去做处理的，好不好？好，接下来我想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当然是，我们的这个公社财团法人了哈。那公社财团法人在我们经济部的主管的这个主管的这个部分总共有几个？有几个你知道吧？整个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财团法人政府监助设置的有41个，总共有41个嘛哈。啊，民间监助的有61个。今天来的才有10个嘛，没有错吧？那跟委员报告，就是需要到立法院预算审查的有20个，那今天安排10个。今天安排10个是50%以上的，是不是？对对对。啊，对。其余的10个是50%以下的，20%以上的，是不是这样子？第二批啦，第二批是不是这样子？第二批，这还有没有第三批？无，拢总一批拢10个，啊，2批安尼。无，啊，我请教你吧，有第三批无啦？无啦，是安怎无第三批？因为咱规定就是讲超过50%较爱来啊，超过50%，超过50%较爱来。嘿，对。啊，那是家庭公财团法人在捐助100%的主公司的，要不要来？你们认为呢？就公社财团法人啊，故意把业务切割出去，那成立一些子公司啊，这些子公司是我们财团法人捐助100%的，但是呢，他们竟然都可以不接受立法院的这个监督，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处长，你认为？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最主要就是从源头管理，源头以嘞母公司要往个出，源头管理没有错了，但是。譬如讲了哈，譬如中兴工程这个顾问社，现在董事长是前我们的经济部长，是的啊。那现在中兴社，当时是政府花100%监助的啦。但是今天他好像是不需要到立法院来，为什么？为什么？不，中兴这个应该是他是归在教育部那边要。为什么会归在教育部？中兴社为什么会归在教育部？中兴社为什么会归在教育部？啊啊！现在是这样，大概我们同仁讲，第一个是中兴工程顾问社，中兴工程顾问社是本部的，是我们经济部啊，对对，没有错吧？对 对, 對，但是他现在在捐赠100%，再成立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会，它就好像就不需要受到立法院的监督了，这个监督了、啊，这样正常吗？啊，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一直强调，我们会从源头这样一直来把它的这一个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这样整个一系列做一个
源头管理，这样会比较扎实，而且系统性的来看。我们你看哈、哦，我们现在的这个财团法人中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哈、哦，那么再成立一个子公司，这个子公司基本上中兴等于就出股了90%了哈，87.6%。事实上是应该要完全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但是他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以后，成立了这个子公司以后，他好像就脱离了立法院的这个监督。我是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财团法人事实上有太多的这个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不过我想我们要在这里，沈处长你要注意了，我要在这里要很严正的要告诉你，在我们现在正值这个要政府要交接的这个时候里面，我想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现在的很多的财团法人他是故意要降低政府的监督的一个比例，那么来脱离立法院的这种监督。这是一个非常现在这个政府所成立的这些财团法人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现在我们经济部业管的所辖的这些财团法人有没有这种现象？你认为到目前应该没有，但是谢谢委员提醒我们，我们会请我们督导的这个汇总单位商业书这边非常好注意。还有就是把我们这些财团法人的资产就像我刚刚讲的，再成立基金会，变成一个未来不需要受到立法院监督的，而且这些资金是可以自由运用的，现在目前就在做了你现在有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这部分委员提醒我们，我们会来注意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你现在有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呢、啊？因为还是因为我今天讲你才知道。譬如说像现在在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不知道，真的。啊，现在我刚跟你讲这个，像中兴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个有，这个知道啊，这个知道。所以你不跟客说不知道啊，这个知道了，这个知道了啊，嗯，对，啊、这是事实是呈现啊，不是吗？对。所以像这种情况，确实是层出不穷呢。尤其是董事会就把这个章程就直接修改了，啊，由这一任的董事会选下一任的董事会，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嘛？你告诉我有没有？有没有处长？有没有？有没有嘛？这部分来说的话，现在还在交接中。有嘛？有什么没有？唐协就是这样子嘛，不是吗？啊，唐协安尼够归你，唐协就是张友惠，就是这一届的董事，就这个修改章程，然后这一届选下一届，然后把整个唐协都变成是他们的，这个现在就在发生的事情啊！你有没有在前面清查？这我们来前面清查一下，我们来清查一下，好不 好？你什么时候能够向立法院报告清查结论？啊？我们把它清查出来。一个月就鬼啊，都神经户啊，慢慢地清查。我们就自己来清查，啊，什么时候？两个礼拜还是在马政府的时代吧，哈，我是希望520以前呐、啊，好不好？我们是希望两位召集人都在这里哈，我们是希望520以前能够让经济部彻底的清查一下，现在我们经济部业管的41个财团法人里面到底有几个？现在发生了这三种啊，这个状况好不好？就是降低政府的监督的一个比例啊，还有就是啊，这个我们财团法人的资产再去成立一个基金会，好，或者再成立一个子公司，好，还有的是类似是这个董事会，好，直接就修改章程啊，然后甚至于这一任的董事选下一任的董事完全来掌控这个基金，这个财团法人，我想类似这种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经济部能够立即做一个全面性的清查，啊，好不好？两个礼拜内，啊，能够啊把清查的情况向我们委员会做报告。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经济部请在两个礼拜之内把基金会的清查向我们委员会报告，谢谢。那接下来有请黄伟哲委员。主席、各位同仁、经济部沈次长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首长，请次长。
委员好。市长您好，其实我先延续哦，这个您接下来在520之后担任政务次长，是吧？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不仅是在这个所谓520之前要有一个清查的结果，520之后还要继续落实好所谓这个公股的这个所谓的不管是财团法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转投资的这个部分，如何预防公股被稀释，如何预防堂协事件一再的被复制重演，我觉得这部分应该进一步有这个责无旁贷的责任、啊、好，应该要去这个保护国家的利益。OK， 好不好？好。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刚能源局的主秘，好、哦、一起上来。简单的说，今天所谓媒体所报道的这个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以经济部来讲，这个电厂只是其中一部分吧？还有其他的吗？大概民营公用事业还有哪些？大概现在在这个条例里面的适用对象里面规范到的，就是它有大概八个领域，然后有一个是其他，大概范畴里面包括室内电话啦、电车啦、自来水啦、煤气啦、公共汽车啦、长途汽车、船舶运输、航空运输，还有所以以十二条来讲，适用的民营公用事业还蛮多的呢，不只是大家现在所看得到的，还是说根据媒体报道是只有电厂、民营电厂没有交，其他的都有交？请问经济部有数据吗？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法整个是内政部的法，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由内政部那边才能去了解。可是问题是因为有牵涉到的部分，可能大概我跟委电厂的部分，好，我来您所就经济部所了解的，那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案子里面呢，现在呢就谈到这第一条里面，第二条里面的第一款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电力或电气事业这个部分，是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电力它是一个民营电厂，那这个民营电厂呢，它发出来的电呢是不直接卖给我们的这些老百姓公众用户、嗯、所以呢在适用的对象上啊是有七个的，那它呢是直接呢卖给台电，那台电呢它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呢？依它的这一个所谓的比如说现在要这一个来招标的对象是以这个燃气电厂的话，它就台电会以一个燃气电厂它要盖的一个成本，然后呢它不必盖，由民间来盖的话叫做回避成本、嗯哦、那这回避成本来做底价做上限，然后公开所有的独立电业要不要来标这一个电厂、哦嗯、那来标了以后呢，这个价格是透过竞标来的，对、啊、透过竞标以后呢，它把这个部分的电再趸售回去给台电，哦，趸售回去给台电、嗯。那现在呢，就在这里，就是民营的公用事业的一个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里面第一条就讲说，凡民营公用事业除法律别有规定外，那现在问题就出来，这个因为呢，这些 IPP 电业现在呢是适用电业法，是适用电业法，嗯，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个规定以外，否则就依照本条例监督之。好，那现在大家就是我们能源局就说适用这个电业法。我觉得这部分谁给你的答案 ？IPP 民营电厂给你的答案，还是谁给你的答案？能源局。嘿，我告诉你，能源局中间大有问题，你知道？第一个，你说电卖给台电，难道台电卖给台电拿到电是给谁？民众用啊，所以他是。不是直接，因为电业法没有修法，说民营电厂所发的电没有直接给民众用，所以就不叫公用。难道台电把买到的电自己吃下去吗？我觉得这部分哦，真的主管机关，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立法院还做决议，要求你们把这个民营电厂的这个购电的价格能够跟民营电厂来协商，就你们要回多少，要回多少国家利益，要回多少民众权益。寥寥可数了。那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部是这种立场，国家的经济部能源局是这种立场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为什么？这个部分已经很清楚了，说
因为电力法绑住，所以说民营电厂不能直接卖给民众，这是理解的。可是卖给台电，台电还是提供公用啊。那台电提供公用说，因为台电是国营事业，所以所谓提供公用就规避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民营公用事业条例，有这样子不合理的事情吗？然后请你们去跟民营电厂、IPP 电厂能够协商，哦，能够降价、降低收购跟他们收购的价格。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推三阻四，立法院这个委员骂，哦，或者是这个大家做决议，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到底降了多少价？所以我觉得，其实难道是你们这些能源局的官员，你们卸任后要去民营电厂任职吗？还是规避了这个旋转门条款以后，就要去那边当顾问？我觉得其实这部分你们的用心、你们的立场，跟你们站的角度，是替民众来维护权益，还是替民营电厂开脱？我觉得这部分你们自己要先厘清自己啦。你现在推出一个，哦，因为电业法规定说这个民营电厂这个发出来的电只能够提供给台电，不能够直接售给这个民众。那所以台电是公用，是国营的，所以他卖给台电，台电再卖出去给这个民众，就已经是这个不是符合民营公用事业条例啊监督条例所规范的，这是替民营事业、民营电厂开脱的条例的这个条文嘛。事实上做这样的解释也是替他们开脱的一个解释嘛。那他们就坐享去暴利，哦，你可以看那些电厂、民营电厂，他们都是股票上市上柜公司，他们接出的财报就看每年就盈余那么多，那他们又不用缴钱到公积金，啊，然后又可以这个台我们政府台电也好跟他们协商收购价格能不能降低一点，又付高姿态。在这个情况，尤其油价这一年来，我请问，油价这一年来降这么多，请问 IPP 收购的电价有没有降？降多少？主秘？没有。有没有降？没有调整，它是依合约价格的，没有调整。依合约价格，你看，当电油价上油价油电价，当那油价国际油价在上涨的时候，燃煤价格在上涨的时候，结果他们来找一起来找这个台电。来找经济部要求我们调高收购价格，那现在国际的燃油燃煤价格下降这么多的时候，结果他们说哎没有降，那你们会不会跟民营电厂寻什么样的机制要求这个降低收购价格？要不然就是让他们坐享暴利啊。2008年的时候油价一桶135块145块美金，甚至有那个时候讲说到200是没有145 150 160，结果现在油价一桶多少？39、38，又跌破40下来了。那中业暴利谁拿走了？民营电厂拿走了，谁吃亏了？老百姓吃亏啊！你台电前阵子降电价，可是你没有降收购价格，降合理吗？你会怎么做？市长，你做个宣示吧。因为这个部分是两造双方是一个合约，依照合约，合约多久检讨一次？这部分要看那个合约的那个部分的内容。每年吗？那个是双方合议。合议？对。那你要降，他当然不合议啊。那你们这样怎么样维护国家的权益？我这样讲哈，你们多久没有跟民营电价、民营电厂协商收购价格了？来，主秘告诉我。包委员，那民营电厂是这样子啊，他有一个，他当时就是公开竞价哈，他有一个得标价格。那未来价格的调整，我刚才讲，你竞价是收购价格是每多少年重新签一次约？他竞价他是签25年长约哈，那中间如果双方要修约，要双方合议。对。但是他有一个价格调整机，刚才讲油价是没有在里面，没有含在里面。你看，但是它是有含一个天然气价哈，就是说，好，那气价你们有没有在？因为天然气也降蛮多的嘛，因为天然气是落后指标，大概又落后油价半年嘛，所以油价降了半年后，天然气最近开始降，不止降半年了。是，气价是会落后调整，它是每季哈，或者落后。那有没有调整？有没有调整？有调整 IPP 收购的价格。是，这有这个台电公司会跟他每季来算。不，我要答案。你说会有没有？有降了多少？降了多少？是不是容我再跟台电公司确认一下它确实的数字？你给我一个数，给我一个直接的，然后结果直接的，因为哦，
油价不计入我知道，因为很多是燃煤燃气，是、哦、但是有一些部分，我觉得其实油价的指数，哦、或者怎样，我觉得其实这个合约要更加合理才对啊，对不对？上次才要求你们去降，那也是上次4-5年前的事情了，是要求你们去跟 IPP 价电厂去谈降价，是的。那4-5年来有没有降？有没有再次去谈去降？4-5年来的价格，整体的油价、煤价，好、哦，或是气价，也都降低啦、啊，可不可以去谈？对，可以跟委员，就是事实上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想，是因为电业法刚刚有提到，电业法因为它现在没有修正，没有，我想说 IPP 的这个电价收购的价格是另外一个电业法来讲，是你刚刚讲的是公积金的部分，那是两件事。是那个价格的部分，它目前就是刚才报告，它有一个得标价格，然后它的燃料哈，天然气它是会每季落后调整，也就是说这一季是调整上一季的实际值，然后来反映。那么每季会台电公司跟它算合约的时候会算，那这个数字刚才跟委员报告，我会跟台电确认之后再跟委员报告，它是按着它是会落后一季来做。你们要有个条款呐、啊，当这个气价变动的时候，你公共工程都有物条款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收购的电价，尤其在这段时间，你不能够好处都让民营电厂占尽嘛，好不好？是，谢谢市长，谢谢主秘。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有请徐永明委员。有请这个次长哈。以及这个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董事长，我们请次长以及手工业推广中心唐董事长。好，委员好。哎，次长好哈。那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哈。那我想问一下次长，那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董事长有来吗？好，那总经理有没有来？鲍委员，我们总经理已经请辞了。已经请辞了，是不是？请辞去做什么？他到国民党的文传会当副主委。哦，就是去当副主委了哈。好、哦，他什么时候请辞的？上个月的18号好像。上个月的18号哈。对。这个我是在自由广场看到一篇文章，这胡文琪嘛，对不对？对。好、哦，他是这个广场文章应该是5月4号。好，今天的文章，好，它上面作者现任国家文创礼品馆总经理，对，好，所以他现在应该不是了吧？他的辞职生效到5月9号生效，5月9号生效，所以他现在还算呢？他现在还算，那所以他今天也应该要来，不过他因为他有一些他请假啊、哦，他有一些因为要请辞了嘛。董事长，我还有次长在这边，我要问的就是说，这个任命是不是一个政治任命呢、啊？好，我先看下一页。好，你刚才也讲了哈，文琪担任手工业推广中心的总经理，好，还是国民党文宣会的党工文传会党。为什么？他从2014年开始任，2015年、2016年，很勤劳哎、欸，在报纸上写了一堆文章。很多跟政治有关。2015年是高峰啊，为什么2015年高峰？因为选举快到了。一方面在手工业推广中心当总经理，哦，这边讲看各位看到的新闻哈，习挺换驻金挺驻，胡文琪任文传会副主委。董事长，啊，总经理的行为你会管吗？因为他下班写的啦，下班以后写的文章、哦、我知道，我都先帮你想好了。而且媒体要刊登这个，我都先帮你想好了。我知道下班写的啦。啊，早上起来看报纸，你会看到吗？我不一定会看得到啊，不一定会看到，因为他那个文章都在那个就是报纸的最后面那个版哦、喔啊，一般那个文章很多、喔，你不太可能每个都是看前面哈。董事长，我想问的是说。那到底我们手工业推广中心的绩效如何啊？你用了这样一个总经理，各位可以看到哈，
业务收入这个决算数跟预算数之间的差距，每年差异数都很大。各位看101年、102年，那胡文琪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任？好，到大概一年半左右。好，一年半左右，各位可以看到103年、104年都负的。好，股余也是负的，绩效很差。我这样讲，董事长同不同意？鲍委员，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啊？其实我们这个中心要长期，我们长期跟台大有这个房社的官司哦。那我们，所以我们长期在提编列这个保留预算，因为它或有债务，所以我们每个月大概编列了三十二万的预算了。那如果说我们扣除这个预算，我们还有获利144万。对，我们是有获利的。这个事情只是我们把这个预算提存起来。董事长，你们在二至二页这边哈报道了啊，你总店，可是总店就是有问题嘛，对不对？有产权的问题嘛？对，那个房、哦、那个房子，那你们到底有没有能解决吗？如果不能解决，一直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对你们营运也有问题。第二个，你们有另外一个店哈，二至二页这边有个国富店，对，好、哦，可是之前其实委员会就质询过，立法院关心过，你的国富今年。管店这个分店租金跟销售利益，国富纪念馆的馆长可以抽成啊？对，好、哦，那当时为什么会签这样的约？这个是在前几任董事长任内签的哦，但我们只能够尊重。你们修正，我们屡次跟国富纪念馆提，你的总店跟台大有产权的问题，那你另外一家实体在台湾另外一家有第二家实体。国务纪念馆分店，你要让对方的馆长在那边抽成，变成他的小金库。啊，你现在做第三家是跑到浙江千岛湖去，是不是？是。哦，本来在台湾叫国家文创礼品馆，到那边变台湾文创礼品馆。好啦，名字你要改，我可以接受啦。那为什么想要跑到浙江去开？其实不止浙江哦，我们陆续在大陆很。我们都是希望台湾，我们的目的就是做推广，我们的目的就是推广台湾的文创，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你国外还有其他地方有设吗？有，我们预计在六月份在旧金山，啊，到时候再邀请委员一起去啊，预计在下个月在旧金山。我看到你们这个绩效哈，我都不敢去了，为什么？你绩效很差。好，我们前面讲的啊，你可以说啊，你总店有问题，你国富纪念馆分店也有问题，那你现在要开拓其他的大陆千岛湖。鲍委员，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其实我们绩效真的不差，我们只不过是因为有官司，我们把这个货有损失，我们把这个现金提存起来，因应以后的官司。我知道哈，手工艺推广中心哈，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哈。过去外宾来的时候，这边讲过哇，几个前美国的总统或什么影星来都会去参观，可谓。董事长，你看次长，这边要问次长，就是说到底现在还没有存在的价值、啊、如果总经理可以当政治酬庸，哦、下班了、啊、所以讲下班写文章来挺住换住，现在要接文传会的副主委，你看文化部有国立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在各大学里面也有这么多公益中心，我们的公益推广中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他所有的目前的公益中心，包括成品，他其实是没有扶持这个弱势的商品上架。那很多年轻人，包括弱势的商品，他们其实是在很多通路他是没有办法上架。但是他在我们通路是，我们可是董事长，你要把绩效讲出来啊！你扶持了多少青年创业或什么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就是你们要合法化你们存在，不能让人家觉得说总经理的位置是给文传会副主委用的，好来这个地方任职。文宣费大量增加，一直在写文章，董事长或次长也不管，我现在先问这个工研院，请工研院的、董事长吗？院长，好。委员好。你好，院长这边讲，哇，你们绩效不错，我也蛮 impressed 的，百大科技奖连续八年获奖，可是在问的是说，你们的经费很多都来自政府，75%，不是经济部的法人科专或政府的技术服务，75%是。那你们收入没办法在民间这边扩张吗？如果你们绩效这么好，尤其在一至三业，
推动成立十一家新创公司。好，104年共促成厂商投资金额高达246亿，啊都没有回馈，全部都是政府这边帮你们，然后你们又输出去给厂商。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我们这公院的收入预算从政府的科技专案，主要从技术处的计划，大概是80亿。院长，我只是简单的问，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扩张民间跟你们的合作？好，我想，而不是单方向的，你有一些专利就拿出去，而且专利很有趣啊、哦，院长你看哈、哦，专利数蛮多的。可是取得专利超过5年未使用的，占24.72%；超过10年未使用的，占10%。你看到104年还30%是超过5年未使用，啊，这些有没有绩效问题？就说你不能冲那个量。哦，你当然有些明星的有获奖的，可是你冲这个量没有意义，超过5年未使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是啊。就是我想，现在部里面也非常支持公营院，就是不要一直看数量，而把品质提升。啊、哦，品质嘛，哈、哦，这个指标改一下，否则你累积了30%，5年以上未使用，啊，这不是在那边做绩效而已吗？下一页，哎、欸，更有趣哦，公营院拿了政府这么多钱，结果你们还在到处补助啊，这个财团法人领航基金会。各位看，这个是，亲爱服务点亮生命，即欢送欢喜老人关怀活动，金额不多啦，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多补助？饮水思源，将心比心，即爱心关怀活动，啊，有的还跟立委的这个社团有关系，请问你们补助的标准是什么？呀，我们公营院不是一个补助别人的单位哈，那我们原则上跟包括学校有一些量蛮多的合作。院长看下一页，下一页，连行政院原能会去日本开会，还跟你申请补助啊？就是有一些是跟科技活动有相关，例如说啊，我政府部门还跟你申请补助，这是什么关系啊？啊，第29届台日核能安全研讨会，行政院原能会跟你申请20000块补助，啊，有必要这个钱吗？对不起，主席哈，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大部分75%的收入来自政府，那你有一大堆专利，30%以上5年未使用，然后你又做一大堆人际关系，不是立委的基金会，就是原能会政府机关，然后补助他几万块，啊，公研院到底在补助定位？市长，我只问一个问题：是这个补助是不是太腐烂了？要不要加以监督啊？我们来检讨。好，检讨好不好？好，谢谢。接下来有请王惠美委员。主席有请市长。还有公研院院长，公研院院长，委员好，委员好，市长，我想要先拜托你哦，你们回去针对这个法人的部分哦，要多加的这个督导哦，因为我们看了你们的预算呐、啊，都很会花、啊，税入税出啊，刚好都差不多啊，都花得刚刚好啊，但是我们是希望能把绩效拿出来哦，这个部分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去点名你们相关的这个委员会了。这绩效我们来强化。好，来，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哦。上个月初，我们自由时报它刊登了一段话，公研院的研发成果跟技术已直接或间接流入中国厂商手中，将许多中国厂商呢培育长大之后，反噬回来台湾的厂商，让台湾这些赖以生存的根基啊吞噬掉。好，针对这句话，你次长还有你院长有什么看法？要不要说清楚？人家的指控，你们能不能接受？这部分我觉得，请公院来说，先说明一下是哪些项目。
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技术移转在合约里面都有明定我们技转的厂商他必须遵守，不能把你们如何查核？你们当然他必须遵守嘛，但是你技转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去查核他的背景有否？没有的话，你们就是单纯技转嘛，对不对？我们技转都有经过一个产官学的委员会，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厂商是有被查核，一定是我们资金的来源，你们也都有相关跨部会去做查核，是这样吗？资金的，就是都是国内，就是在台湾合法的公司才会。好，那我再问你一个，我们如何去预防我们这些珍贵的技术流入中资或其他我们竞争对手的这个国家的这些竞争对手，你们如何去预防？我想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取得有攻击性、有很好的保护性的专利，那万一有类似侵权的事情，我们可以采取具体的行动。我想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把这个技术相关的架构平台把它建立的跟产业跟，可是现在就实际上就有这么样一个案例了啊，对不对？这些专家学者会很担心啊，所以我们希望你在这个部分加强，去用怎么样的控管方式，不要让我们这么辛苦研发出来的技术就随便的到对手，对不对？中资也好，或者说一些跟我们竞争的一些国家的对手也好啊，好不好？好的。确保我们的技术嘛，哈，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啊，我们工研院对于技转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啊，这个翁启惠院长涉入的浩鼎案啊，让大家沸沸扬扬啊。那你们现在的技转的这个原则是什么？是以个人还是以技术？请说明。我想我们技转的原则，因为工研院的定位就是把台湾需要的新的技术发展起来，然后经由产业化，让台湾的产业一直有新的创新的力量。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是把我们发展比较成熟的新的技术，是以个人还以技术？是以技术的方式来，以技术嘛，是。好，来，本席再请问部长跟院长，今天如果工研院聘本席当工研院的顾问，然后本席以我的名义出去开了一家公司，然后呢，工研院又以新创企业的名义来投资我这家公司，再把技术转移给我，那我想请问部长跟院长，这样合不合理？听懂吗？听懂了吗？听不啥清楚。来，好，今天我是你们工研院的顾问，然后我出去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你们用所谓的新创企业来投资我这家公司，然后再把你们珍贵的技转又转给我，合不合理？调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技转的一切都要按照规定来嘛。按照规定，那我现在是你们的顾问啊，我你们里面所有的技巧啊，你们里面所有的研发我最清楚啦。不，但是所有的技转一切都要依规定来，这些 initial payment royalty 这些费用都要照规矩来了。来，本席来跟你谈一个案例。我看你们的这个预算书里面啊，105年的预算书啊，工研院创新公司有投资了一家叫做宇威材料公司，占了这家公司的17.74%。那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啊，过去是我们显示中心的顾问啊，王顾问啊。然后呢，他以这个公司的名义有持股啊，我们呢投资又计转啊。那我想请教，这到底中间有没有利益回避，有没有影响到市场竞争的问题？有没有？来来来来来，部长你先讲，就部长你先讲嘛。这个部长你要先讲嘛，就你担任次长的这个，你觉得合不合理嘛？我觉得就是一切，我们关键就是有没有按照规定来。
不能就是所谓的利益输送跟那个一定不能有利益输送，对不对？哎呀，一定要不能够影响到所谓的自由市场竞争嘛，对不对？对。好，来，换院长你说吧。是，跟委员报告这个特定的案例哈，那他是我是用这个案例，我们来谈整个的计转是就是他是涉及到一个现在最近非常热门的，就是一个软性可以弯折的 OLED 的显示器的技术的一个机材。那在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化的过程，那这个材料本身要先行哈，就是要能够先推到市场去。当初就是请这位王博士，他在业界过去相关的经验啊，非常适合来推动这个产业化。所以当初显示中心聘他进来的条件，就是他要能够帮忙把这个技术推到产业去。那所有后面的程序都是依照很严谨的规定来做。院长，我请教一下，是这个软萤幕是不是我们下一个世代手机的一个关键技术？是或不是？是是好，这家公司是在103年8月26号成立的。这家公司在12月份得到我们的技转，这家公司也在我们103年同一年，我们政府就跟他投资了。你说这家公司是不是为了技转，是不是为了投资才来成立的？他这个投资是有不同的投资人一起来投资哈。那院长你要查一下，里面你们还没有员工里面有股份呢？或者有暗告？第一个，他过去是我们工研院的员工，是不是？这个王顾问过去是我们工研院的员工，出去开了一家公司当董事，也不算开公司，150万的资本额当董事，董事长，你们帮他回聘回来做顾问，主导整个的，好吧，主导整个的研发吧，对不对？这个不好意思跟委员说。结果最后开公司计转还是，那我再问，有没有别家公司相同的业者能够计转到这个东西？可以，没有问题，可以，都可以。现在有几家公司有得到你们的计转的？像友达就有计转这个技术，有计转过去了。是，好，本席一直要强调的，第一个，你们这个让人家有瓜田李下。尽量要避免，不然的话，如果再继续衍生下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长期工研院这一些那么好的技术，最后又变成弊案，就很麻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照理讲，这个工研院研发出来的应该是属于所谓的公共财，应该工研院是一个平台，让所有需要这种软性的这个萤幕的人都能够获得技转，而不是让人家外界觉得你是偷偷摸摸就技转给人家了，还非常盛大的做了这些相关的技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签约的一个记者会。是、我们是希望这个部分务必一定要要求，而且我认为这样的案件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另外，我觉得我们工研院现在都在炒作短线，我们呢有时候可能因为财务的关系会受理一些厂商要求你们在做研发，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基本的一些技术的研发有没有持续性，这是非常严重的。再来，我们如果去看你们的专利使用的部分，是很多在研发之后所使用的比例是越来越低，甚至很多研发出来得到专利的不使用的比例是越来越高哦。但显然你们当时在做研发挑选案例的过程中就已经跟业界有所偏差了，这是第一个你们应该回去再检讨的地方。第二个，我们的专利金啊，一年比一年高，从过去1000多万到这几年2000多万，但是相对的，所有获取专利的却使用率越来越低，
这是我们工研院务必一定要去检讨的，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就先做这样的讨论。好，谢谢委员。接下来有请苏正清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次长。沈次长，有请。委员好。好，次长好。次长，是。今天报纸斗大的新闻，说这个民营电厂狂 A 了150亿。你刚才你回答说，他到底你认为他适不适用民营工业事业的监督条例的范围？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一个部分，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电业，那电业本身呢，它跟一般的所谓的民营的公共事业不一样，因为它是直接是卖给台电。那刚刚我们内政部的这个法里面呢，是那意思说，它卖给台电就不属于公用事业的范围了，对不对？那如果未来修法修变成说它可以直接卖给民间的话呢？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呢也在市长，我觉得。既然报纸已经报了这么斗大的新闻，我觉得应该就法律面哈，你应该好啊，是这一了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是的，因为现在这个衍生的问题没有那么单纯。OK， 我要跟我们经济部啊，来跟你们说，《民营工业事业监督条例》的这个第十二条里面所写的，就是说，民营工业事业其全年存益超过实收资本额总额25%，它的 EPS 大于2.5元的时候，其超过额之半数应用于扩充或改良设备，其余半数应作为用户之公积金，以备减少收费之用。这是第十二条里面所规范 的。好，但是我要讲的，今天不是只有民营电厂哦。你刚才讲的，你现在替民营电厂在讲话，但是是不是就如同你们所讲的？我认为它的适法性应该还要再去做研究。不，你们讲的不一定对。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未来如何去作为修正之方法，我想可能要去修法。为什么？因为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从民国几年到现在你知道吗？89年。不是，从民国18年到现在。18年。民国18年的法律搞定吗？历经了几次修正？4次修正，但是都没收到第12条。你要想看民国18年的条例到现在啦。是，所以这个，但是包含着刚才所讲的哦，民营公用事业包含哪几个？不是只有民营电厂，它到底算不算？它有争议性。但是这里面还有谁？中华电信、中华邮政，还有台湾高铁，他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民营公用事业？我想这个法制单位可能未来都要做一个通盘的检讨。那既然今天都已经浮上台面了，我想这个。应该要好好的去追溯，我认为说应该在这个条例方面是不是要去从家来严格的来做处理，我想是最需要的啦齁。那么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机关，它是中央是有中央主管机关，那地方有地方主管监督机关哦，但是这个条例里面没有规定主管机关到底是哪一个啊，所以呢这个就凸显了什么，凸显了这一条法律的一个矛盾的地方。没有明显的规定，所以在这边我也请经济部回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那最主要的是刚才讲的，到底我们现在讲的民营电厂是不是适用于所谓的民营公用事业来，它适用于监督条例来管辖？哦，这个马爱强你给这波后来了解，所以我们来检讨一下，因为这知识体大了哈。好，那么针对这个今天的议题，我要问一下次长啊，次长，你刚刚说公社的财团法人。你要从源头管理嘛，对不对？是。那我先请问一下，公社财团法人在我们经济部里面是哪个单位在主导？在整个我们这个部分，目前是经济部商业司来总其责。商业司，今天司长没来嘛？哈，副司长有。好，副司长，好，来，没关系，副长你先站着一下就好。我还是问一下次长啊，次长或是副司长，你讲的来，你觉得他们的预算，你觉得他们编列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好好看过？你觉得今天这10家的所谓的公社财团法人，他们的预算编列，在座的都是董事长还有执行长，市长，你觉得他们的预算的编列好够严谨吗？
我跟委员报告，他这个部分呢，各法人的预算经费还是透过他的董事会里面呢，对，确认。好，但是他是属于我们捐助的嘛，是，所以因为受我们监督跟管辖嘛，是，所以引进来的李欢妮嘛，是。好，那针对他们的预算编列，我手头上他们的预算编列，你觉得他们够严谨吗？我也要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董事长跟所谓的执行长，你们的预算里面，你们真的编列的够严谨吗？我们的预算中心里面所讲的，预算中心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收入支出明细未尽完整，而且没有所谓的执行工作计划的金额、执行期间的明细，干难讲哎，现在变的了啦。而且刚才上一个委员他所讲的，市长是这十家里面的，我们的所谓的公社的所谓的财团法人。这十间而已，他们的收入，年收入，这十间都做收入了，这你知吗？有，332亿。好，332亿，那支出呢？330亿。330亿，啊，要讲是安怎足够的？多好，差不多，多存偌济？这十间合计，一年多存一寡，存一寡是啥？是为了收支上的好看，还是真正？是不是有钱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但是我要讲的，他的收入的部分哦。其实很多是仰赖于政府的所谓的研发，所谓的这个所谓 的研究，对不对？对，其实是政府嘛，可以做这钱在家，所以才有这收益哦。不是真正一共有在掉，出去开拓财源哦，来收益330亿，支出330亿，多存偌济？多存1亿9000几万，有够搞的。所以在这有很多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执行长，我们今天。市长，我们今天设立这个所谓的财团法人，我们公社财团法人的用意是什么？你讲起来，我们的设立的用意是什么？我们设立这个财团法人，最主要就是来协助我们提升经济发展为目的。好，提升经济发展维护，但是里面它的收入330亿，支出也差不多在这个方面，但是大部分都还仰赖我们所谓的政府的研究报告 的研究部分。那么它到底？为我们贡献了多少？我没有完全抹杀掉，我不会完全抹杀掉，但是这里面的收支竟然都是 每次都这么好，他要替我们创造经济，阿妈做好开啊！里面市长，你觉得因来这上好开是开几对？大概他们大概都是用在人事会比较多，好，因为他要甲起一寡只人来做，对吧？大部分都是在人事费嘛，对，但是人起出来，等下有贡献嘛，是，对不对？是。那结果呢？所得到的投资报酬率，站在一个商业、站在一个经济的立场上面，真的是有很大的正义比吗？对不对？以前你谈到看到的，我希望经济部好好的负起所谓的监督责任。是。内底预算编呢，太过限啦。买地里面也没有明细，反正我来讲个，恁是监督我尔，恁若无在着，打不来你家妹妹了，反正无可奈何我啊，不对不对？这我们来加强了，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嘛，几乎是这样嘛。好，那讲到这个，我要请工业院长。委员好，好，院长，你们每年的离职员工有多少人？几乎用平均值就好，平均值、大概500人上下，差不多了哈，500人上下每年嘛哈，但是100年开始哦，你们离职员工到中国发展，你有记录的是几个人？我有记录的，有印象的应该个位数了。对，好来哦，你讲到重点，只有4个人。好，你们离职这么多人，你真的认为这些拥有专业技术的？只有4个人到中国大陆去工作吗？你刚才所讲的，你印象里面只有个位数4个人，这代表什么？你们有没有去做管控？你们的管控不够落实，因为恁的管控是干呐？针对离职员工第一次，就是讲你多离职了，直接去中国大陆才有记录尔，对不？但是伊若生意伫台湾吃头路，你还佫转的，佫转去大陆吃头路，恁就无啊。所以。你们的资料才只有4个人，一年离职差不多到要500个，这你讲的，差不多300-400个至500个中间啦。但是为什么就100年到今去登记讲去大陆上班吃头路的多4个人？我们怕的是什么？刚才有委员讲，
我们怕的是在这边台湾我们培养出来的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人才就这么样悄悄的过去了，把我们的技术带过去，把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也带过去，但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单位却茫然无知，我们怕的是这个。院长，我没有否定掉你们的付出，你们都很用心在做，但是站在这个所谓的研究的人才的部分，我们留也留不住吗？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掌控好吗？有这么难吗？但是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未来有多大的重要，有多大的影响，对不对？这个我就希望你们好好的去严加管控啦，好、哦，这真的对我们台湾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你请回来，我们请中兴社。中兴社是董事长吗？中兴工程顾问社，今天不来，今天不，今天不来。好，来市长，好，下一波来没关系，你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好，我们102年度，我们有通过决议，我们的政府捐助财团法人年终等相关奖金，应比照公务人员标准发放是2到2.5个月。市长，利用这个机会，商业司也回去好好看一下，这个都浮现在预算里面。他们编列了多少？他们编列了3.5个月，这有没有违反我们的主决议？市长，这样的违反主决议？这个部分大概可能问题出在就是他那个筑筹的部分哈，现在以筑筹经费计划去谈的，现在不，那这样可以吗？还是啊，是在想法路旁。而且最高也大概就是以3.5个月为。对呀、啊，那我们都决议要最多不得超过2.5啊。比照那个年供奉的公务员这样有一个。比照年供奉，好，那你也回去查一下，他的三节的奖金，还有健检的福利费，都比一般的公务人员还多。我要讲的是，今天是政府捐助他们成立这个所谓的财团法人。我们希望他对国家社会有贡献，而不是利用各种的项目去所谓的巧立名目，然后去变成到所谓的利用各种名目，把家变成是他所谓的中饱私囊里面的。我们来查一下，但该给的我们绝对给，我们不吝啬。但是相对的要付出的，我也希望他们一定要按照同样的标准去付出。是，不然这样建户可以经营，那有什么意义？好，好，所以市长就我刚才讲的，好，我们这个预算的编列。我们站在中央主管机关里面，经济部，我们到底是不是付出了监督？那监督了多少？这个都会说话的。是啊、哦，好，市长，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有请管碧玲委员。谢主席，我们请次长。有请次长。委员好。您刚刚是跟能源局是局长来吗？哎、欸，主任秘书。主任秘书来哦。哦，主秘应该是法治能力要很强才对哦。所以刚刚两位在这里都异口同声，同一口径，大概主要的见解有两个。第一，我们的民营电厂大概不属于民营公用事业。为什么？因为你们说它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是标售台电买的。对，好，所以太阳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认为说他们的适用呢是适用电业法，所以不适用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大概这两个主张对不 对？你们两个都差不多同样一个看法对不对？好，所以听起来是倾向于不必缴纳公积金哦。大概依目前这样的整个法的把它厘清又这样，但是详细我们还会再跟、這個、没关系，详细你会去研究，但是目前你认为是这样对不对？初步哈，来主秘，你学什么的主秘？哦，所以你也是技术部门。你们现场哪一个单位有来法务部门的人？现场有吗？没有啊，没有哈。次长大错特错！我问你，《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哪一条哪一款有把民营事业分太阳？哪一条？哪一款有分吗？有没有？
大概知不知道？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委员报告一下，大概在这一依法行政哪一条有分？有分太阳不同就不属民营公用事业，哪一条规定民营公用事业是指这些类型的事业中以直接服务消费者为限？哪一条这样定？有吗？没有啦，次长，没有，你们没有权利去给他分太阳，予以排除在民营公用事业的范围，很重要哦。第一点，第二点来，哈，问题来了，一般法跟特别法的相关性完全彻底搞错。怎么说搞错呢？特别法优先适用没有错，但是你刚刚念的那一条怎么写？本法没有规定，那个是全文念一下。这个部分是第一条呢，就是还民营公用事业，是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对，依本条例监督之。好，电业法有没有特别规定说不必缴纳公积金？有没有公积金相关的条文？有没有？电业法有没有规定？有没有？没有嘛。所以电业法要适用公积金的部分，电业法没有规定，特别法所没有规定的部分，是不是回归一般法？是不是回归普通法？是啊。所以有关公积金应否缴纳，在电业法里面既然没有规定，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里面对公积金的规定就必须适用。这个是法律的基础哎，法学绪论哎。你们今天在这里哦，完全要替民营公用事业开脱公积金缴纳之责任，完全混乱法律的基本逻辑，我无法接受。你们多久之内要去厘清？给我一个时间。我们是想花一个月的时间来跟那个……不允许！开玩笑，这一个月，要么就是政府被污名化，政府无能，两党都跑不掉了，两党都执政过了，政府的威信，政治人物的威信，你们这些官员的威信，包括立法院的威信，过去也没有监督得到啊，这件事情也是媒体监督到的啊，立法院也没看到啊，政府整个的威信要么就被污名化一个月，那个要么就是民营电厂。报告委员，我们是被污名化一个月，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好，这重大事项啊，100多亿耶，来部长，为什么说他们也要负担公积金？公积金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平衡价格，一个功能是平衡强弱或者是城乡的差距。譬如说电信事业，所有的电信事业他们都必须要缴纳什么？偏乡普及基金，他们要缴普及基金。你要知道哦，大家共同提供电力，可是输配电系统偏乡的经营的成本谁在吸收啊？台电在吸收啊。怎么会说所有一切都我台电吸收，而没有一个公积金大家共同来分担呢？只因为你卖电给我，输配电成本就全部我要吸收啊，那我的电价怎么可以这么便宜？市长，大家共同在供应全国的电力，绝不允许说我民营的电厂就不必负担去平衡城乡差距所引起的价格可能的波动，牺牲消费者。那但是因为我们有定价，而且是台电，所以没有那个问题。可是呢，公积金在这个部分是什么问题？公积金在这个部分是负担什么？是负担输配电的偏乡成本啊，营运的偏乡成本啊，当然大家要共同负担啊。没有因为它不直接供应家户使用就可以置外于这个部分的成本的负担，所以公积金所来是为这个啊，因为基础建设，因为平衡价格，是台电在负担啊，这样了解了没有？本席哈在这里很明确的认为啦，
一定要缴交了。法律特别法没有规定回归一般法，这个奇怪耶，你怎么会说所有一切只因为适用电业法，就一切电业法有的才有，电业法没有的就不必有？胡说八道，国家的法律逻辑不是这个哦。好，回去好好研究，你现在答应一个礼拜要给答案哦。好，这个部分我们是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抱歉，好不好？好，接下来本席要讨论的事情哦，是技转。今天来所有的列席单位里面哦，你们举手给我看哈，你的机关有制定研究成果归属与运用管理规则的举手，或者叫做技术移转管理办法都可以，是研究成果技术移转管理办法有，或者是研究成果归属与管理办法有的举手，来告诉我是哪些有。一二三，再举手一次。来，请回答委员的问题哦，该举的举手哈。工研院有，还有呢？金属中心，还有呢？船舶，然后呢？生技，还有多少？好好举，举给我看，总共几家？算一算，你看看部长、市长，多少家违法？来看一下这条文，这条文是你经济部的制定的法律，《经济部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这个办法很疏漏哦，里面完全没有利益冲突回避条款，制定得很糟糕啦。里面还规定，你们只要报部哦，刚刚王惠美委员讲的，到中国去生产，或徐永明委员讲的，是可以的了。哦，里面有规定了，好，只要报部同意就可以了。好，不管，至少哈，利益冲突回避制度完全没有，这是经济部的。经济部的这个办法，它是用来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好，里面你看看总共有几条，第十二条之一，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下一页哈，第三十条，总共这四条，仔细巨细明仪明文规定，指导他所属的所有执行单位，全部要去制定研究成果归属及运用，或者是技术移转的办法。总共有这么多条规定哦。市长跟那个公积金一样，欸，相关的条文，欸，没有被落实，欸，这么多家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市长什么时候会改善？跟委员报告一下，刚刚举手这四个法人大概都是科技预算的支持的单位，所以大概都有落实。你们在网站上根本查不到相关办法，譬如以金属中心来讲，查不到办法，工研院的相关的办法也查不到，你们所有的网页里面属于你们机关内部所应该要有的法规命令完全没有专区，完全看不到相关规定。二十家里面只有举手的四家有，来，生技中心上来告诉我，来。好，请生技中心。你们技术移转的时候可不可以分享股票？你们技术移转的时候，利益冲突回避用什么制度？啊，委员好，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股票的制度，没有哈。对，好，成果归属给谁？是不是你们所研发的所有的全部成果都归属于国家？然后相关的研究人员他分享什么利益？我们的成果是下放嘛？是。然后。所以呢，成果的利益怎么分享？是不是依不同的契约去签订？利益冲突回避制度怎么设计？什么机制处理利益冲突回避？市长，回去好好整顿啦。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移转的科技移转科学研究成果的归属与运用的条例，这是需要法律保留的。因为所有违反这些现象的行为是需要有法则的，可是现在全部用办法的层次，包括中研院，包括经济部所属，国家所有的这一切技术移转，包括学术机构，全部以法规命令的层次，全部没有法则。
因为法规命令不能设罚则啊。所以包括科技部、包括经济部、包括中研院、包括教育部，这些涉及研究成果归属或技术移转相关的部会，全部都把这一块放在自己的手心当中，运用自如，而不予以用严谨的法律层次去予以归属。你们都有责任在相关的部会协调之中去把这个制度好好建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管委员。接下来我们要请蔡培慧委员。那么等苏志芬委员咨询完毕，我们休息五分钟。好，好，谢谢。谢谢召集人。然后我们现在请次长沈次长。好，请沈次长。委员好。次长好。刚刚呢有非常多的委员针对那个公积金没有缴纳，然后提出了很多质询。不过呢，您一直在讲说现在的这些并不是公共用电。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到底你是领人民的纳税钱来当这个政策，还是领这些发电厂的薪水？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就是按照刚刚管委员的意见，我们就回去检讨，一个礼拜内把它检讨出来。我相信检讨是必要的，是，但是除了这个检讨之外呢，您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们，到底你们对这几家这个民营公用事业他们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的利益，你们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去追回这个公积金？我首先我们就是去检讨这个法的问题，完了要再进一步，就是刚刚委员在垂询的，就是下一步要怎么做。所以很可能检讨完之后，那下一步也会是遥遥无期了。不，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样的时间吗？因为我知道非常多的委员关注这个法案，我觉得坦白讲啦，这些电厂就是吃定台电，吃定政府啦。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今天我们如果农村一个农民没有缴电费，不管是200块、300块，他可能半年都要被迫停电哦。可是他们居然可以20年来都不缴公积金，你们一件事都不做，一句话都不说吗？所以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就是按照刚刚管委员提的，我们一个礼拜把它检讨出来，完以后后续我们来看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就来下一步怎么走。我们那您可不可以答应我们半年之内开始追讨公积金？我们来检讨看看喽，怎么样？我们就是尽快来把它处理嘛，哦。所以这件事情还是无解喽，只是做检讨报告喽。不是无解，该做我们就做，该做你们就做。好，那接着我想要请这个手工业推广中心的董事长，还有次长，次长您也留步，这个是手工业推广中心。台湾的手工业有什么呢？台湾的手工业呢，有充满了这个国旗的碗盘，甚至于呢，有非常多呢，是跟这个手工艺没有关系，但是呢，跟要去做这种表面上是文创，可是实际上呢，是一个跟观光相关的盘秋类，而且这个盘秋类很可能是让卖给大陆观光客的。所以呢，到底你们在卖什么？而且不管您刚刚讲的徐州路的总店啊，我们来看看徐州路的总店展示什么。这就是你们在徐州路总店展示的哦，蒋介石跟宋美龄的婚纱照，这个是手工艺吗？您觉得这是您的手工艺吗？谢谢委员，这个是它就只有一个柜哈，然后我们那里面什么样的柜都有。那我们因为在年初的时候，中央广播电台哦跟我们合作了，我们把那个包括谢东敏先生的声音啊，蒋介石的声音啊，蒋经国的声音，但有几个历任总统的声音，我们都把它做成那个年轻人的蓝牙的音箱，它其实都是一些创作品。那现在所有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音箱你们觉得是创作品，可是为什么都是这些手掌啊卖得不错的原因是跟手工艺有什么关系？它跟手工艺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今天所有的卖得不错都是借重这些过去威权的遗绪，这样跟手工艺有什么关系？你是手工艺推广中心呢、欸？是这样，鲍委员，因为你所拿的哈，大概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你所认为是威权哦，就是这个作品而已。那其他哦，因为这台湾在这二三十年来啊，我们的包括藤制啦，或是这个草席啦，这些传统的手工业都逐渐转型，变成文创性的商品。那台湾的工业技术哦，制造技术非常好，但是我们却传统的商品没有办法销售。所以我们的传统的商品没有办法销售，你们就应该去协助传统的商品怎么转型，怎么形成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喜好的。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可能跟我不同。我们现在不管是去华山，或者是去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文创商区，都有很多年轻人跟台湾工艺结合的创意啊。可是我们在你的这个推广中心是看不到的，而且呢，不管是你们的监督报告，或者是你们的预算书。你们都开宗明义在讲说手工业要合理发展，促进工艺品，促进外销市场。可是刚刚呢，我们也调出这个资料，然后刚刚有委员也提到你们的外销市场的额度是零啊。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你心目中的手工艺是什么？还是你是为了这个中国的观光客在台湾就去卖这些威权时代的遗绪？鲍委员，现在所谓的我们的工艺逐渐转型为创意性商品，我们现在大量在协助年轻人在创意性商品上面利用台湾的工艺技术来做创业，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哦。那也在这边做了很多，那也有很好的具体成效。你如果包括连成品都到中心来选他需要上架的商品，那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年轻人，有很多有创业的商品都在这里上架。我自己知道你们的草屯的那个手工艺推广中心啊，我知道长期以来它跟非常多的地域有产生一些连结，比如说埔里它其实还有漆树，是手工的漆树哦，做这些手工艺。但是近年来你们的委托的研究还有针对这种手工艺的协助，不管是竹艺、工艺、漆器都一直萎缩，反而你们贩卖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坦白讲我觉得看起来对我来讲并不是手工艺啦，反而对我来讲只是一些贴了贴纸的这个马克杯这样子啦。鲍委员，那个草屯的工艺中心哦，它是工艺研究中心，它主要是在做一些手工艺的一些研究，它并不是我们单位。好 ，OK， 不是我们单位啊。OK， 好，那抱歉，那我忽略了你跟他的差异。我本来还认为说他跟你是同一个单位，还替你们加了不少分，结果显然不是嘛，哦，所以呢，到底你们的手工艺跟台湾的差别在哪里？跟台湾的手工艺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有另外一个想要邀请的是杂粮发展基金会。好，今天他们应该是执行长嘛，哈，对。好，请执行长。这是台湾黄豆进口，哦，它是用船舱，所以是散装的种豆，对不对？哦，但是呢，台湾有没有特别指定把黄豆分成食用级跟饲料级？我想这是要依照那个卫福部的规定了，对，那但是你们杂粮基金会呢，其实是要去扶植台湾的这种杂粮的生产嘛？可是你们对这些资料呢都一无所知。那如果你们会说，反正我们是做杂粮基金的啊，可是我们看你们去年的预算哈，针对杂粮及饲料工业的永续发展，委托出去十几个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呢？很少去触及跟台湾的杂粮跟台湾的黄豆生产怎么合理，你们反而呢注意到很多的就是怎么样去认识基因改造的作物，基因改造的作物的植物自由对民生产业的影响，然后呢台湾基因改造安全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你们也只出了5万块了，我要说的就是说你们觉得
台湾一定只能进口跟食用基因改造的黄豆吗？台湾目前进口很多非基改的那个黄豆，我们进口90%以上都是基改的。对对，但是在食用方面，大部分用的是非基改。错，因为呢，你显然应该要比我更清楚才对。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张是散装，你们会挑出比较圆、比较大的，叫做选豆。换句话说，我们人吃的跟猪吃的饲料一样的，都是饲料级的黄豆。台湾是一个吃素很多的地方，就算不吃素，我们也会吃豆腐、吃豆干，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食用黄豆的制成品非常频率高的国家。所以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们，这样子的黄豆让小朋友的营养午餐吃，你觉得健康吗？他们是散豆，他们是基改。报告委员，那个很多非基改的黄豆是用货柜进口。对，非基改的黄豆用货柜进，可是台湾进的99%都是基改的黄豆。我们吃的食物的，连你们的很多管理这个进口黄豆协会的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进口了太多饲料级的黄豆，我们在加工的这个过程并没有去检验。我以这个来讲好了，台湾并没有去标示食用级跟饲料级的差别，然后呢？我们吃的黄豆是以饲料级为主的，日本有标示食用级跟饲料级的差别，他们进口的食品级的黄豆是给人吃的，像刚刚那样的散装的黄豆是给猪吃的，就是饲料。好，那中国呢，他们最近也成为，他们本来是黄豆的出口国，生产国，可是现在也成为最大的黄豆进口国，可是进口主要是做饲料，他们吃的是本地自己种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且不管你们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你们明年要做的时候，可不可以很扎实的把，比如说台湾进口黄豆的比例，基改非基改的比例，可以供食用的跟饲料级的比例，好好的做研究，好好的告诉我们。好，谢谢，我们会准办。好，谢谢我们蔡培慧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苏志芬苏委员。主席，我们是不是请次长？好，请次长。还有，我们请那个台湾区杂粮发展基金会执行长好吗？好，请杂粮基金会执行长。委员好。好，次长你好哈。次长，我们今天想跟次长就是就教育，就是台湾区杂粮发展基金会哈。嘿。啊，那这台湾区杂粮发展基金会的话，去年度的工作的成果。去年工作的成果的话，那么有去研究了日本农业结构的变革、稳定粮食自给率的考察的计划嘛？对不对？哈，执行长是不是？后来，那么执行长，我请问一下，你认为日本的农业的结构它的变革，哈，针对稳定粮食自给率这个部分，他们做了哪些变革的计划？哦，日本他们有一个农业基本法，哈，他们有一个法源的依据的，然后由农业基本法再来定那个计划，5年的计划。那5年计划，他们是用滚动式的管理，他们会检讨计划执行的状况。那我们去年去拜访了日本那个关东农政局，是属于他们中央的部会，那有到那个他们那个他们的农业，执行长可不可以就农业日本的农业的结构？你觉得他们农业的结构在这个5年计划的变革，为了要稳定粮食的自给率，那么他们的结构的变革，结构这个部分的话是哪个部分？指的是哪个部分？他们主要就是因为现在那个稻米的食用量哈减少了，所以他们的稻田呢，他们是要把它转成种植饲料用的稻米啊，哈，这部分我是觉得可以跟我们学习，因为他们要维持水田的生产力哈。他们不会说轻易把水田就把它荒废掉，所以他们一直想办法来推广那个饲料用的水稻，这一点我是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台湾有饲料用的，就是说就稻米来讲的话，转为饲料用，我们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吗？我们现在的我们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吧，对不对？对，因为我们的稻米的话，粮食过剩，是我们的不只是过剩，而且我们也过期，然后就把
我们的稻米的话，就转做饲料用嘛，安尼对不对？对对对。对 OK 啊，所以也许因底的结构了，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话，你是就他们生产的作物面积在看这个结构问题，是不是？日本是这样子是吗？对，结构还有另外就是因应那个农民那个高龄化的问题，他们走向那个自动化哈，自动化方面呢，他们发展的蛮好的，现在有很多像那个那个农业机械都是走向无人驾驶，这一点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好，日本现在的话，粮食自给率多高？大概40%左右，应该不到40吧？台湾呢？台湾大概32。台湾32。对，我印象中日本也是30几了，但是还是接近40的。对对，还是比台湾高了。对，好，那么他们的稳定的粮食的自给率来讲的话，其实还他们稳定了哈。他们是怎么样做？他们的对策是怎么做？就是你们去研究的嘛，对，你们去考察。我觉得他们在食农教育方面做得相当好哈。食农教育就是鼓励国民使用自己生产的那个农产品哦，像他们鼓励学童、鼓励国民他吃早餐，那早餐希望能够吃米饭哈，那这个也是好。除了食农教育啊，再来呢？还有呢？食农教育还有就是他们整个刚刚执行长你有提到，就是稻米的面积嘛，哈，对 对，也鼓励去种业饲料的嘛，哈，对 对，饲料拼种的对啦，好好。那另外，我觉得他们中央跟地方啊，还有甚至他们的农协，就是我们的农会哈，他们整个在稳定粮食自给方面哈，都那个整个合作的相当好、啊。好，农协是农协扮演的功能跟角色是什么？农协像那个他们也。要改种饲料用的水稻，就是到农协去登记啊，然后种出来的这些饲料用水稻呢，农协可以帮他们去做运销哈，就是找畜牧业有需要的来购买，这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好，那么就这个稻米哈，种的稻米的话，改成饲料用哈，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他们的目标是定在哪里呢？他们希望将来可以到有每年有110万吨的那个稻米可以移到饲料用啊。110万吨，好，那么我再请问执行长哈，你过去的话也是从公务单位，然后你退休了以后才转到好我们的杂粮发展基金会当执行长嘛，对不对？是。你也把月退这个部分的话先停止下来，是。那么在这个基金会的话就领薪水。是，对不对？是 ，OK。你现在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钱？我们有定一个薪水，就是13万多。一个月的薪水13万多。对。以过去你在公务的经验的话，然后转到这个杂粮发展基金会，那么我请问执行长，你觉得你对这个基金会的能够贡献的，你未来的话，你的贡献度，你觉得你会着重在哪一个方面？我想那个杂粮基金会的它的宗旨就是希望。促进国内杂粮跟畜牧业的发展，因为畜牧业用的饲料很多，大部分都是杂粮，像玉米跟黄豆，那就是希望这两边能够结合。那另外一方面，像我们农委会现在在那个活化休耕田，好推广杂粮。好，执行长好，你就提到了活化休耕，对不对？对对。活化休耕来讲，在陈宝基当主委的时候，在推这一块，是把两期改成一期，是活化休耕。那么做的目前的成效？你个人认为的，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在杂粮推广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了。像玉米的种植面积，你认为活化休耕，然后改成一期补助，然后呢，农民呢是种你所谓的种的饲料玉米比较多呢，在整个一期的话转成活化休耕。那么这些多出来的稻，这多出来的田地的面积，是去种青瓜玉米较侪，还是去种稻米较侪，食用稻米较侪？执行长，你们都在做研究，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数字？那个改种玉米有包括青稞玉米跟那个饲料用玉米都有了，对、这个都有。那青瓜玉米嘛是饲料玉米啊，你何必讲卡你种个干嘛？是瓜，迄、那个割的时期不一样。嘿啦，好啦，你哪要讲青瓜好啦？好。所以的，在陈宝基当农委会主委的时候，推一期的活化的休耕这个计划，为了就是怎么样？其实当初来讲的话，第一个是农地一定要活用嘛，对不对？好好，第二运动就是要提高杂粮嘛，是。对，那么提高杂粮的话，在这整个一期活化休耕多余多出来的田地，成效多少？
就占的那个面积是占多少？我们用数字来检讨了。因为确实数字我没有那个，大概是好，大概有三万，大概三万公顷左右。执行长，你再回去再研究好不好？我们就拿确定的数字来讲，好不好？对，要看农委会的统计。对对对对对，好，因为呢。我们所知道来讲的话，在一起活化的休耕的补助里头，因为农民还是回归去种稻米嘛，对不对？所以使得我们台湾食用的稻米增加了嘛，对，超过了100%，对不对？这超过100%啊！所以一起的活化的休耕补助的话，并没把政策引导讲去进杂粮、去进饲料，比这个成效，并不是说没有，但是老实讲的话，成效并不是很大。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就是讲，我不得要跟执行长跟你检讨的所在，就是讲，我们的整个的农委会的话，有这个杂粮发展基金会。那么这个杂粮发展基金会，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主委，在制定政策。好，那它有很多的数据，有很多的方案，这个可以当做一个幕僚了，变成是一个幕僚，提供给主委在做任何一个政策的时候，他所要依循的嘛，安尼对不对？是是，谢谢，做好一个参考嘛。是是啊，所以东西来讲来一支。好，那休耕的补助要来推动就对了，推动一支休耕补助多出来的面积到底会多出来有多少？那么多出来的面积多少，我们都可以用人为的方式都可以去计算出来嘛？啊，多出来这些田地的面积，到底这些是要去发展什么？要去种什么？啊，马上就要跟着后面就第二套就要出来嘛？干不是安呢？不是讲后来咱这的一起休耕和二起休耕补助改成一起休耕补助啊，然后过来的，过来就是帮那个农民自己去种东种西嘛。所以你的诱因。如果没有跟你的政策接轨的话，或者是你的诱因不够，让农民的话，就是开始搁去抽地下水，啊，然后搁开始安怎挖水井，然后搁去种水稻，让咱水稻的吼，咱的数量搁愈来愈侪，超过100%。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政策还是非常荒谬的啦，安尼啦，吼，那执行长，我来讲，你若徛伫这个部分来讲询，你从农委会出来的话，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哈，这部分来讲询是应该要给予检讨了，好不好？是是是，好，那执行长，我再请问你哈，在民国在去年度了，就去年度的话，你们基金会总共有推了17项的计划，杂粮基金会为什么会去推动种母猪导入生产医学管理系统？哦，因为我刚提到我们杂粮基金会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促进畜牧业的生产、啊、哦，对对对对对，嘿嘿嘿，但是锁定是杂粮，我靠，你那光是杂粮，那果没有咱的基金会去做，我都感觉扛起都你做不完的对啦。好，后阿丁来去控制种母猪的导入生产医学管理，这个应该是农科院的事吧？这个是种母猪医学管理哦。对 对, 對，医学管理哦。对，因为这个是从那个预防淤血、预防淤血。是啦是，但是这跟你的本、跟这个基金会的对、哦、成立这个杂粮啦。你猪养的好话，你饲料就会吃得多嘛，饲料吃多，那个杂粮的消耗量就会多了。如果你提到这个杂粮，所以你这个计划在去年度这个计划是针对它的饲料，它应该吃什么吗？无，伊是迄个整个生产管理方面。嘿啦，我这么特别跟你讲，有关于生产的医学的管理的系统，这个应该比较属于农科院啦。所以你们杂粮这个基金会的话，你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研究，咱的第二甲什么款的饲料嘛，好，咱的品质较好。比如讲，你今年都迄个计划的话，我就觉得，哎，这个是很值得研究啊，对不对？如果我们饲料的话，我们鼓励猪农，好，来饲因家小麦 ，OK， 那是要教育消费者啊。教育消费者就说，咱的猪若吃小麦，啊，咱的猪的肉的品质较好，但是你莫看到猪肉安怎，那看到猪肉的正的部分，那粉红色的，较暗淡来讲时哦，消费者不要排斥它嘛，干不是？我感觉这就是我们杂粮基金会里头要做的部分。我只是提醒你说，种母猪的话，导入生产淤血的管理系统，这应该是较属于农科院的工作啦。是是是，安尼啦。好不好？好，嘿，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来讲的话，基金会来讲的话，有更好的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520以后的新的农委会的主委的一个很好的幕僚单位嘛，哈。是是。啊，刚才执行长，拍谁外当给你见门者？如果这个杂粮基金会这个执行长这个缺，因为他是有几职的，是。如果给一些更有国际前卫的、有一个好的视野的人来担当来做这样子一个工作。执行长，你的看法呢？我觉得，因为执行长的派任是由董事会啦，是是是，那董事会当然可以，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基金会啦，看了太多的基金会的话，都把一些退休的官员的话就纳入基金会里面去。我也感觉讲会较可惜，因为这个基金会吼，本来就是吼爱给一寡外来的比较有幕僚的那方面有前卫的一些国际视野的看法，吼啊来担当咱的基金会。
来带领整个我们的幕僚这个体系，来可以来协助行政系统这样子来往前来冲的话，我们各个领域的话，我们才会有竞争力啦。次长，你的看法呢？现在基金会你不要看来退休，尤其是得对了啦，侬官员退休，啊，你官员退休的时候，你要被退休进前来讲，伊的本位其实他就已经贡献度对官的贡献度已经有也够了啦。啊，所以咱的基金会来对，咱那边有一挂尤其是的职位，其实要去思考，从民间或是从国外去挖财啦。安尼好唔好？这我同意委员的看法。检讨者啦，好不好？好，市长。所以未来来讲五二零以后的话，我们就希望经济部今天所审的这个十几个基，这个几个基金会的话，是希望有一些新的什么？新的展现了，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感恩。谢谢苏志芬委员。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何新纯委员。我们请政府官员就座。谢谢主席。我们先，部长没来吗？哈，次长。有请沈次长。委员好。你好，次长。是的。那个，我想今天的媒体的头条哦，是我在关心哦，大家在关心哦。是的。这个发电业算不算公用事业？发电业来讲，哈，算不算公用事业啦？现在这个定义那么明确，要你回答，难道你回答不出来？发电业算不算公用事业？按照这一个整个民营的这一个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第二条里面是，我还没有问到你那个条例啦，我就简单的一个问题：发电业算不算公用事业？发电业现在来说的话，你连这一个这么简单直接的一个问题你都回答不出来啊？你要搁等谁？谁会得一起？发电业是不是公用事业？是啦，是嘛？民营电厂是不是公用事业的一部分？民营电厂它现在是一个电业，然后它发电卖给台电，是不是嘛？民营电厂是不是公用事业的一部分？是不是？公用事业的一部分，你敢说不是吗？你如果敢说不是，我就叫你下台。你再给我回答一次，民营电厂算不算公用事业的一部分？是了。是嘛？对不对？那既然你刚刚说发电业是公用事业，民营电厂也是公用事业的一部分，那请问一下，你刚刚自己先念出来的，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有没有这个法？有没有？有了。有这个法，你在今天之前知不知道？不知道。叹了一大口气啊！在今天报纸报道之前，我们经济部的次长居然不知道有这么一条条文跟法律《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那请教一下，我刚刚问你的，发电业是公用事业，民营电厂是公用事业的一部分。那是不是用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是不是用？这部分就是如同那个管委员讲，要我们去做一个检讨，一个礼拜把它检讨出来。管委员讲什么我不知道，是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本席在这里再问一次，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到底，你说你到今天之前你不知道有这个条文哦，有这个法律哦，那你今天跟我讲说民营电厂是不是用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你说还要去研究一下适法性啊？我不知道你这个经济部的次长怎么当的哦，很明显的在帮民间电厂讲话嘛，也难怪我们台电会亏损嘛。台电身为国营企业，放任民营电厂没有办法修改不平等的条约也就算了，让民间电厂予取予求，民间电厂在谋取暴利，台电在亏损，而我们的经济部竟然放任这样子的一个烂摊子，不知为国民来把关，甚至还公然的来在这里立法院国会殿堂跟我讲说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竟然是到今天之前他不知道有这个条例，而且呢，我们民间的电厂到底是不是用这个条例，竟然还在跟我讲说还要研议它的适法性，是法律无误啊！你们公然违法啊！那我再进一步问你，经济部是台电的主管单位，台电在跟这些民间电厂在签合约的时候，所有的合约里面有没有引用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的一个立法精神，有没有？因为这次长我帮你回答，没有。因为呢，我们的民营电厂举了一个例子，麦寮他又说拍摄我完全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另外一家我举例的和平也说呢，他也要研究一下。而我再追踪了一下，原来当初我们台电跟民间的电厂所签的契约里面，也完全没有这一个所谓的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的立法精神在里面。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的立法精神是什么？来，次长，今天看了媒体，也有其他的委员问你了，民营公用事业的监督条例的立法精神是什么？大概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一个所谓第十二条，就是它的所谓的这一个所谓的，不是只有第十二条啦，公积金啦，关键市长不是只有第十二条，是整个这个监督条例的一个立法精神，就认为说发电业是公用事业，电厂民营不管公营民营也都是公用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如同这个条例的立法精神，涨价归公，不应该放任民间私人的电厂谋取暴利。这个条例的立法精神在这里，而我们经济部从头到尾，我不知道部长知不知道啦，其他人知不知道啦，但是起码次长你今天在这里跟我讲说，一直到今天见报之前，你都不知道有这个监督条例的存在啊。那也难怪我们台电在跟民营电厂在订定所有的契约里面啊，我是闷着头被打啊，我们被当凯子削啊，了钱了国家的啦，赚是赚私人民间的电厂啦，啊，因咧赚赚啥？赚因私人的暴利啦，这公平吗？这合理吗？这严重的违法哎、欸！你经济部政府还带头违法哎、欸！市长你怎么说？我们来检讨哎。怎么检讨？我们、来，你跟我讲怎么检讨。我们就是会把这些相关的跟内政部主管机关内政部跟一些 法规的这些学者专家大家一起来听法律见解，来看看、还要听法律见解，我要求你们现在马上就要强力去执行啊，你这样子的说法是在模糊焦点，你现在的说法是在偏袒民间的电业电厂，你为他们的责任逃脱找了一个 excuse、理由、你经济部作为一个主管单位既然就是这样子在偏袒民间的不偏袒、不偏袒，对啊，我们就是不偏袒，那依法要不要强力执行啊？我们、你知道民间的电厂它的盈余有多少吗？你知道吗？我也从资料里面有看到，你从资料里面有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还是我们根据能够公开找得到的资料才算的来。你经济部是有权要求这些民间电厂把所有的财报资料公开透明的呈报出来，你要不要去追查？要不要追查？这部分我们会来处理。要不要追查？要不要追查？我们会来处理了，会来处理是要不要追查嘛？我们会把他们的资料财报报出来。财报报出来之后，要不要依法执行？那如果法律规定要，我们就依法执行。法律现在明明就规定要，你还有解释的空间啊？法律的规定现在明明解释是要啊，除非你提修正草案嘛，除非你提修法嘛。在没有修法之前，现在就是要嘛，你要不要执行？这牵涉到不是一笔小数字啊，这牵涉到是以我们有限的能力所追到的这个财务的这个数字来看啊，民间业厂是欠了政府啊100多亿啊，欠了台湾人民100多亿啊，而这个公积金的设立，你刚刚讲第十二条的公积金的设立，最大的一个。我们所要面对跟处理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公积金追讨到位之后，我们呢能够降低台湾人民的电费，我们希望改善空污，我们不能放任这些民间的电业电厂啊，
伊即马是啥？烧煤炭啊！烧出来的空污是全台湾人民在承受啊！钱伊咧赚，空污是人民在承受，啊，了钱是台电国营事业咧了钱。遮好康的代志，拢互占了了，占便宜。结果政府即马阁甲讲啊吼，这法令我们还要再研议一下，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适法性？你这不是在推脱，你这不是在帮他们找理由，不然是什么？所以我强烈的要求，这些污染的大户可以这么轻松的赚钱，这个都是你政府造成的，你经济部造成的，因为你放任他们，因为你不强力执法，不严格执法，因为你甚至不知道有这个法律的存在，真是可怜啊！所以，市长，你说要处理。我要求你不要再告诉我什么一个礼拜啦，你也不要告诉我要去怎么研议啦，马上去清查追查所有的民间的电厂，他们的财报、他们的资料，该缴公积金的就缴公积金。尤其现在针对台电，你们要成立一个电价平准基金，电价平准基金的这个用意，基本上跟这个监督条例里面所谓的公积金的一个用意是类似的。我要求你们尽速的去研讨公积金追讨回来之后，我们是不是一并并入电价平应平准为基金？对不起，电价平准基金一起来使用，一起来为我们现在的不管是空污的防治也好，或者是绿能的一个替代性能源的发展也好，或者是未来对于我们民生的电价可以减低的方面，我们共同来努力。Okay, 可不可以？是可以。尽速多久的时间？你一个礼拜要去所谓的研议释法信，一个礼拜之内也要给我这样子同样的一个报告。好，好不好？好，不然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再来谈这一件事，我一定追到底。好，谢谢何新存委员，谢谢次长。徐真卫委员。主席好，麻烦主席请工研院我们刘院长。好，请刘院长。院长早。在这个农业的这个技术的提升，还有这个产业的加值里面呢，我们对于这个农改场的这个功能以及辅助地方的农业的升级是非常非常的赞赏的，所以将花莲的农业推上国际，让花莲的这个有机大米、有机米啊，这个行销日本，在这个20年前已经这个通过日本厚生省587项的农业检定合格，那也进口也出口了日本。那在工业的部分呢，本席想在工业的部分，我们工研院。就是首当其冲了，尤其是我们设在64年就开始设施了，那也辅导了我们非常多的中小企业的育成还有创新，所以让我们工研院其实在国家的创新研发育成的这个领导地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卓著，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敬重。那本席想请问一下，我们目前在工研院哦，在全国的产服中心大概有多少个产出那个产服中心？产服中心，没有关系。这个数字是院长，我在这个本席在这边帮您找了一个资料。我们有北中南东四个产服中心。那以本席这个在花东的部分，我们就是在东部的产服中心。好，那这个产服中心，请问我不晓得院长知道我们产服中心四个产服中心它的绩效如何？对花东我们东部的产服中心的绩效又是如何？好，我们产服中心这几年就是
要求我们院里面要求他们就是要用快速拼图的方式把公园的能量跟地区产业的特色做很快的结合，那使得这个地区产业能够得到技术的加持。我觉得这两年下来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技术产业，那请问我们院长，在我们东福的部分，是我们现在技术产业我们的状况如何？您提升的如何？有没有任何的绩效数据或者是实体可以告诉本席说，我们现在在东产中心有哪一些的绩效？没有关系，那个院长，那您再书面给我好吗？好，给本席哈。那这个在101年，我们工研院的营收还有1亿多，好，1亿3000多万。那但是呢，到这几年已经剩余的剩下1到200万。请问这个我们对这个营收啊，这个骤降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辅导地方的育成的部分还有方向的部分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在本席了解，我们四个这个产福中心，花莲的产福中心的绩效非常非常的低，在这里这个本席不好意思说，不过还是请我们的院长回去可能了解一下。其实在东部除了我们农业的发展以外，在我们的工业的部分，还有对我们地方特色的产业的部分，很需要我们工研院来协助地方，让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产业能加值能提升，好吗？是，好，这个，我们那在这里本席我们下一页好了。这个我们来看，我们的东产中心在研发，我们有三大核心，一个就是我们的实质中心，好，一个实质中心。花莲是石头的故乡，花莲也是这个世界进口石材第二大，很难想象一个花莲县它我们的进口石材会这么的多，因为在这个谢谢啊，在我们这个实质中心，对于我们石材从这个原物料开始在做这个加工，再将产值品质的提升，让我们的食材变得非常非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要谢谢我们的工研院。另外在海洋深层水的部分，我们之前在海洋深层水的部分，以花莲来说，我们目前有三家的业者非常非常的成功，但是在98年还是9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工研院把我们这个研发中心要把它这个已经定在台东了，可是好像这几年好像这个深层水的探勘什么都还没有完成，所以其实这么多年耗尽了这么多的资源进去，可能我们在这个方向是不是要调整，是不是要调整？所以我们在海洋深层水的部分，我们已经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价值提升，而且让我们的经济效益发展到最大，尤其跟科技来结合。那我们有关于另外一个产业，可能院长，哎，您可能还是不知道，有一个就是我们东部特色产业的部分，其实这是三合为一的部分，实质中心、东产中心，还有一个行销，我们在推广的，结合在地的产业，有一个后山山后，我们这个行销的部门呢，但是行销这个部门呢，我们结合了很多的地方特色，还有这个草本草的这个奋斗人物，这个努力的这个妇女加工创业扶植他们起来，可是呢欠缺行销，所以他们现在被扶植了，也被设计了，整个都被辅导了，可是好像有个棒子啦，就把它放掉了。以前有补助，有帮他加加油，可是后来整个出了那本书以后，好像就没有后续了。在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本席不怪我们工研院，因为我们工研院在前段已经做了协助和努力，但是是不是在这一二三，我们整个三合一的时候，我们在经济部这边、工研院这边在做整个这个产业的价值和提升，以及我们这个对地方好产业如何去行销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结合当地的地方政府，让他整个从农业、从观光、从整个行销的角度全面有系统整体化的来推动，这样才是一加一大于二，才是加成的。好，这个部分可能要请我们的这个院长多加协助，
不要放弃花东，不要放弃东福这一块。那另外请问一下，我们除了在这一块以外，我们在花莲还有其他的新的这个育成创新的部分吗？我想刚委员提到的跟地方政府结合，我们正在做，也会积极做。谢谢。那关于这个有一些新的，因为像未来这个创客创业变成是一个很主流的，那我想花东也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我们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像一种叫做 3D 列印，是就是它可以让有一些创意很快的做出小量的产品，是这个我们会积极。院长有这个本人在这个跑一些行程的时候，我有遇到我们工研院的一些这个研究师哈，这工程师的部分。那在这个本席了解，我们在花东的部分，我们有一个这个碳捕获的部分的技术 CCS 部分，现在已经研发成功了，而且现在也已经跟民间业者来做整合。来做试行的部分，希望让它的这个更完善。好，那请问现在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全球化在太庞这个温室效应这个之下呢，所以全世界都非常重视 CCS 这个部分。请问 CCS 这个部分，这个未来我们工研院要如何去跟花莲以及全国的企业来结合，工业来结合？因为以工业来说，我们碳排放的部分。花莲的水泥业者，还有我们的火力发电，这些都是高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工研院能把这个技术能辅导推广出去？否则我们光有技术，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跟民间企业的结合整合起来，研究学术单位跟地方是没有办法整合的。这个真的是很困难。好，在这边是不是可以请院长？好，我是跟委员报告，是就是关于这个 CCS， 谢谢您的关心。我们目前当然就是跟这个辜成云董事长积极在做推动。那第一步的验证就都持续在做哈。那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投资会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所以我想大家都很谨慎。那从辜董事长。他也非常希望把这个 CCS 变成加上一个 U， 就是运用 utilization CCUS， 所以怎么把它跟一些养殖哈，因为二氧化碳对有一些养殖也有一些可能的帮助，那这些我们都积极在做，希望这个验证完成之后，我想包括台泥公司。确实是我的了解，他们是非常看重，也有决心来推动。谢谢。那这个院长，这个部分就是好的消息，希望能跟我们工业界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在这里，主席可不可以再给本席一分钟？另外就是在我们的研发创新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技术其实是非常棒的，真的欠缺行销，就是我们纠客的部分。现在我们这个准经济部长，我们的这个李部长啊，这个李世光李部长也这个建议来改用我们这个纠客，因为其实以世新大学他们的研究调查啊，我们这个新媒体的使用行为 LINE 占了71%，那 FB 27.4%，其他的 Skype、WeChat 这些都是外来的体系，资安会出现的漏洞。但是我们自己本国，尤其是工研院领导之先驱发这个。发展这么好，研发这么好的系统，是不是我们让它推广，由我们公部门率而行之？这个爱用国货，尤其是我们以资安的部分，我们已经做到非常非常这个安全的体系了。尤其它还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实体电话，不像 LINE 这样子，只能这个用网络靠网络的电话。所以其实好的东西真的要告诉国人，让它有全面的行销，让它。能让所有国人都可以来用，这才是这个台湾之光啊！好，也是我们这个工研院之光，好吗？好，谢谢委员，谢谢，我们积极来做，谢谢，谢谢院长，谢谢主席，谢谢委员。接下来请邱委，哦，对不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好，郑天才委员不在现场。吴志阳委员，
吴志扬委员不在现场，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现场，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现场，卢秀燕，卢秀燕，卢秀燕委员不在现场，吴思瑶，吴思瑶，吴思瑶委员不在现场，陈廷飞，陈廷飞，陈廷飞委员不在现场。我们现在有请邱志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有请经济部沈次长。有请沈次长。委员好。次长，你在经济部服务多久？大概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那你真的不知道有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这真的是第今天第才知道。服务二十几年，然后因为过去有一个法律。是经济部是中央主管机关。跟委员报告，我过去都在工业局啊，这一块是能源局的这个。那你当正次多久了？我当常务次长快两年。所以你对这个不仅不知道，而且完全没印象，有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嘛？对，确实是不知道。今天看了，所以这个会让人家觉得一个政府的存在有法律在那边，没有办法依法行政。依法去执行业务，那公务人员有没有违法失职？所以我跟委员报告，今天呢，这一个整个委员执行下来，大家都相当的关切，所以我们大概一个礼拜里面要把它完成整个的这个检讨。相关失职人员谁要负这个责任？这个经济部你应该也要去了解，谁应该负这个责任？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你不晓得有这个法律。当然就不晓得有第十二条，第十二条你不知道，我也觉得你第八条可能也不知道。第八条，你中央主管机关上是经济部嘛，哈。好，它针对民营公用事业，每年营业年度终了三个月内，你要造册，包括重要职员履历，包括业务报告，包括公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计算书，给中央机关跟地方监督机关，这些资料有没有送给经济部？这我问一下，有没有？这些资料有没有送给经济部？是，目前它是依电业法来送。那这些资料里面跟电业法不一样的，事实上就是第四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计划书。不止这样嘛，这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啊。是，业务报告也要送啊，公务报告也要送啊。你虽然说电业法里面有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计算书要报，要列入说明。抱歉，是没有电业法里面没有资产负债表，那其他的是有的。那刚才事实上报告就是说，目前这个法令的适用哈，那么它是适用电业法。那当然今天提出来，它是可能也会适用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那所以我们会在一周时候去厘清这个法律竞合的问题。还要厘清啊？是。因为报告委员，因为刚才也提到哈，这个民营公用事业条例第七条，它规定的这个费率是公众用户之收费哈，但是民营电厂它并没有公众用户之收费，所以第八条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些民营公用事业从来没有把相关的报告送给中央跟地方监督机关。民营电厂是它是没有，它是依电业法来送报告，它也是民营公用事业嘛。对，但是他因为跟其他民营公用事业不大一样，所以他是不是应该也要依照第八条，把相关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跟这个损益计算书也要报中央跟地方监督机关呢？是的，所以这个两个法令是不是有？所以到现在没有一家民营电厂有针对这些第八条有要求要提供给中央地方监督机关资料，完全都没有送，对不对？对，那目前是依照电业法送的。那你不要告我，你不要一直跟我提到电业法嘛。电业法，那你要依电业法，但你也要依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啊。因为像依民营公用事业条例哦，它并没有民营公用事业条例里面规范的公众用户之收费。这个滑天下之大稽啊！竟然我有这种事，中华民国法律在那边存在那么久了，结果主管机关不知道。是，因为他那我们立法干嘛？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民营公用事业条例里面是这个是要让中央跟地方监督机关去监督这些民营公用事业嘛，对不对？是让你们有监督权，你监督权不用，
自我阉割，这是很严重的这个行政疏失啊。这个是这个一定要有人要负这个责任，还是你们蓄意不作为？明明知道有这个法律，但是你们蓄意刻意不监督，变相护航，变相图利，有没有这种问题？哎、欸，市长，应该不会了。我看你今天回答都有气无力、哦、而且回答有点心虚了哈。好了，这个问题先到这边了哈。我、哦、请这个工研院刘院长，还有金属工业中心蔡董事长哈。这个院长是工研院啊，他每年的预算有多少？我们总共的收入大概在190亿上下。收入主要来源是哪里？收入大概27%-8%是从企业来的收入，那大概将近90到100亿是政府的研发收入，其他的是政府委托我们提供一些服务。那你对这种收入，对这种成果，你觉得满意吗？满意，永远是要持续的来进步啦，因为、這個、工研院你要做业界的一个龙头，做业界的一个跟业界的需求要紧密的结合嘛，哦，不要说业界不需要你去研发一些技术，业界需要你不去做。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专利啊，每年的专利的这个商标专利权跟商标的这个使用费的贸易逆差多少？如果是像个人电脑，因为付 Microsoft 很大的专利，那个数字是比较大的。对了，我说你的关键技术的收入啊。收入是只有44亿嘛，哈、哦，支出也是大概44亿嘛，对不对？院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对对。那关键技术，你这些关键技术一定要跟企业产业的需求要密切符合嘛？对，都是跟企业一起合作。不要说关键技术全部都要从国外来，当然这个所谓专利跟商标的这个使用权的这个贸易逆差非常严重，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这个。使用权的这个贸易逆差，贸易逆差额把它降低嘛，你要有一个目标值啊，这目标值就是说你要针对这个所谓的关键技术，了解企业产业的关键技术的需求，所以跟产业的这个沟通平台这个很重要哈，是，所以这个院长这部分还是要再加油了哈，另外这个专利获证啊，哈。5年内未使用，有几件？五年就获证之后，5年内未使用。我告诉你啦，到104年底啊，是还有4000多件。4000多件是这些资料，院长你都不知道吗？知道，就是这个数字，我不敢很快讲一个错误的数字。这边有看到。那为什么历年来这些？专利获证之后没有办法使用，也没有去检讨，有去检讨，那检讨的结论是什么？我想也希望委员能够了解那个专利在当时申请的时候，因为产业的变化也很快，例如说像早年我们做光碟机哈。那你觉得这个5年内还有4000多件没有使用的这个专利或这个，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我想我们都积极在从各单位各领域都在评估，积极在推动，嘿，让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很多工研院的这些成果啦，哈，你们这些的工作的绩效，我觉得有很多要检讨的部分哈。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请这个金属蔡董事长哈，像您新职在做什么？新职啊，未来是不是？哎，520之后，520现在是昨天刚公布是要到科技部，科技部当正式嘛哈，对，恭喜你哈，谢谢。但是你觉得这个金属工业研发中心哈，是
在哪里你知道吗？高雄。你常去吗？因为我在我目前是兼，所以每天都在这个参与这个业务。不是，我都在高雄。哦，你是在基础工业中心，对，你的办公室就在那边。我们办公室是在高雄。你每天都进办公室吗？当然。哦，你觉得这个对业界的协助哈，基础工业中心目前的成果绩效，你觉得满意吗？你是专家了哈，你是这方面，人家叫你马达菜是？没有，是因为我想学术研究啦，尤其法人哦，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站在学术的成果跟产业的效益的这个活化，所以我一直把这个法人哦，尤其我刚去年七月接了以后啊，就发现他是很重要角色。我提醒董事长啊，虽然你马上到科技部了哈，是这个业界的收入哈比例过低了，是，所以你要积极去对外这业务拓展是。增加来自于这个业界的收入，而不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补助啊！我想跟委办呢、啊，我们这个哈，在这三个月啊，我们一直在做很多政策，其实就是要朝着委员这个方向，因为你要那个一个法人最起码我觉得一半一半哈，接受政府的补助委办占50%，来自民间的这个承揽收入啊，也应当要占50%。历年来。我看了一下，就是5、6年来没有一次超过40%，所以你要定立一个目标管理啊。我想这是一个目标，但是因为法人哈，他基本上他是一个非盈利，所以你站在比较要盈利收入的，你一定要非常好的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现在在把那个服务平台啊，架设，当你要跟业界要这个经费的时候，他会感觉是很正面的，不是说哦，你是来跟他有一点点，让他感觉到我们有一点是为了钱而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点呐、啊，是我们基础中心大概这三个月啊，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服务平台。啊，对，沈市长，你马上就红棉专家了哈、对，金属工业中心这个蔡董事长的表现，你觉得？这个部分我大概认识他20几年了，他大概在马达这个领域可以说是所有马达菜嘛，哈，对，马达产业界，像现在的这个张善政张院长那时候就认识他，所以那时候我们推荐他。但是很可惜，这个又要到科技部服务了，就不能继续在金属工业中心。金属工业中心对我的选区的螺丝业、对模具、对航太、对车辆都密切相关呢。他会继续在帮忙，所以我们这个选区的我的区域的这些企业都需要金属工业中心更大的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协助。他以后到让他们提升竞争力，到科技部会很多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好，这个马拉赛，蔡市长，蔡董事长，也赛了哈。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把产学研的资源哦，能够把它链接，这是应该是我们要未来努力目标。好，谢谢，好，谢谢哈，谢谢。好，我们会延长开会时间到询答结束。那接下来陈欧博委员不在现场，江启程委员不在现场，张立善委员不在现场，萧美琴委员不在现场，王定宇委员不在现场，黄昭顺委员不在现场，赖世宝委员不在现场，简东明委员不在现场，陈怡杰委员不在现场，李坤泽委员不在现场，蒋乃馨委员不在现场。接下来有请赖瑞龙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啦。我是不是请那个沈次长跟这个传播中心的这个刘董事长？有请沈次长跟刘董事长。委员好。哎，次长。好，次长，先谢谢你啦，以对这个地方上事务的一些关心啦。我想先请教一下啦，好，那个。大里埔千村的案子啦，后来您这边也大概有做了一些整理，那不知道送到了院里面，那目前现在的处理的进度？
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按照委员的这一个要求，我们都有处理了。那现在就是案里面，我再去了解一下，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欸，可不可以问一下吧？尽快请投人先问一下。那所以当时还是以送出去了哈，以700亿的方式来迁村。那至于迁完村之后，将来的地怎么再使用，再另外来思考了哈。不先预做一个规划。那因为它是一个临海的一个区块嘛，所以我想将来它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也会相当有帮助啦。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这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在这个新旧部长交接，我们也都有，昨天也有谈了一下。有谈到了啊？怎么谈到内容是怎么样子？大概这个部分可能会拉到 N 的层级哈，这样。越的层级就越来处理了，因为经费上是要越来支持嘛。部里面目前，但现在我听到那个院长是说，这个自己要金山银山先去挖了，先不要急着挖。我今天有看到说各部会自己去找金山银山了。那如果经济部，坦白讲，经济部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那个金山应该算多的啦。那如果院长这样的思考的话，那个部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部分，可能到最后还是一样，就是要来跨部会，院里面要跨部会来协调。如果院长这个金额相当大，对，如果林权林院长后来的要求是要经济部自己先自筹这个700亿的经费的部分，次长就你现在了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从部里面去把这经费筹措出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是相当的挑战性，700多亿，这真的是相当挑战性，所以我们可能要在跨部会。市长，你的那个啦，您相当专业了，在这也不用久。你的想象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现在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现在就你专业上的了解，可能相当有难度。所以那时候我跟委员在谈的时候，我们说希望朝 N 里面，因为这700多亿不是一两百亿，这真的是。超過如果院长要求是由部里面自行来筹措呢？那这部分我们就会来跟新的部长再来讨论如何来解。那如果部长要求你，沈次长，你帮我找找看，我哪里还有钱可以筹措这700亿？啊，一准我哥哥来想啦，再来想了，好不好？嘿啦，我时间啦，你进来那个我倒有法度，嘿，困难啦。好，谢谢。那再来，也不次长先啦，那个。我们其实里面这一次的几个中心的报告啦，那其中，当除刚邱委员讲的金属中心以外，其实有一个中心也很重要，跟高雄也影响很大，就是船舶及海洋产业研究发展中心啦哈。船舶产业研究发展中心里面，其实它的设立目的这一本你们报告上也有了哈，它是以海运、游艇、水域休憩跟海洋能源等等这些为主的啦哈。我想请教一下次长，你觉得？海运的部分，哪个地全台湾啊？哪个地方发展是最蓬勃发展的，产值最高的？海运的部分，我是这样的，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像高雄来说的话，这一个一直强调那个游艇这一块，应该有它的机会啦。先从海运来讲的话啦，高雄港的话，高雄港应该也是目前应该是对，应该条件是第一名了哈。对，第一名。那游艇产业呢？游艇产业是不错，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一次这个国际游艇，高雄应该实力也是第一名，全台湾第一名哈。对啊，全世界第几名？第六了哈。哎，对。哦，我看到它，甚至于这几年的发展有再继续往前跳了。也跟委员报告，这些游艇展，像第一届的在高雄办的国际游艇展，大概呢两年前的话，大概有做了60艘，接了60亿的订单。对，哦，这是相当震撼的哈。那时候在嘉阳吴董事长带领之下，大概36个会员厂商，每个人都认养1艘船、1艘游艇，然后另外有的会员厂商2艘、3艘。所以呢，是真的是产业界很用心呐、啊，所以政府也很感动。市长，那时候我正好在海洋局长任内、所以那时候跟李嘉阳理事长，对，大家，所以第一届真的很辛苦哈，但是不容易啦。但是我们也确实把它办得很不错，不错，很响亮了。那时候我也去出席这一个整个的仪式。当时的时候成交当天就成交了12亿左右，然后在后续的订单也接到60几亿。对，那不错。在第二届，今年办了第二届，第二届的时候，我知道那办完第一届，大家突然发现。哦，那个看起来办起来成效不错，对，所以那个纷纷就开始、那個。我是前一天去了，前一天因为当天有行程，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产业其实在台湾相当有潜力啦，因为它不只是我们的船舶的这块能力强，它也涉及到一些工艺的部分，那块也是我们的强项。这个
这个是 Apple 的这个执行长贾博士的那个游艇里面的内装全部都是由台湾供应。是，所以我说其实台湾这一块其实将来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那好，所以游艇也是啦。那水翼休憩的部分， 我想高雄现在一直在发展亚洲新湾区，包括现在的很多也在积极的发展。是，包括海洋海洋产业这一块啦，刚刚也提到我们的科技部的海洋中心也设在高雄。是，所以包括现在整个发扬海洋产业也是一个高雄的主力的一个产业。我要讲的是说，刚刚提到不管从海运、从游艇到水域到海洋等等这些的，高雄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跟据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思考看看说船舶这个中心及海洋产业中心应该要往高雄来移动，就像原来的海洋中心 研发单位也不在高雄，但是通海也往高雄来移动。我是说那个聚落集中，现在造船最强的也都在高雄，不管是从台船的到民间的几个相关的都在高雄，包括游艇产业最强的也在高雄，70%以上的聚落全部厂都是在高雄。我的意思说，然后现在油气的海洋油气产业的发展重心南部也是非常的强，特别是气候上又非常适合，秋冬的时候，冬天台北可能在下雨的时候，而高雄还是很好的天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地点。包括现在在发展蓝色公路，不管是往小琉球往垦丁方向走，我认为高雄是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地方。那是不是应该思考如果把这个中心往高雄来移动，跟地方的产业界跟地方的学界，也有很多的海洋相关的产业科系合作，包括跟我们的这个业界来做合作，有没有可能让整个这个船舶及海洋产业研发中心达到更好的一个效益？这部分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大概从刚委员提出来很清楚，整个产业聚落大概都是在高雄哦。那现在就是说船舶中心这边未来会赋予他的这个任务啊，应该他会来好好的来满足我们产业界的需要哦。那这部分大概呢，他应该会在南部设点，然后慢慢随着业务呢再来检讨哦。我可不可以听一看董事长的看法？谢谢。好，谢谢赖委员啊。是。那因为通中心设置开始就一直从在北部基隆然后开始啊。不过现在因为没有错，委员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造船海洋产业都在高雄，所以我们现在南部有南部的办公室。那新聘的，我们尽量就是说在聘的都是在南部，然后让那个据点逐渐的扩大。那事实上呢，因为这些人才呢，有时候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断层哦，所以那些我们现在是把资深的，然后把新聘的聘在高雄的，用资深台北下来这样引导啊，终究我想慢慢的南部的这些人才就会集中。那在思考是不是整个要迁移，那这个我想是要跟我们的整个整体来考量。我想必须提一下了哈，南部是整个产业相关的重镇哈。那其实不管是从科技部我讲的10个中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中心研发的中心在高雄。那包括像金部今天所提的所有单位里面，我看只有金属中心坐落在高雄。可是像今天船舶及海洋产业研发中心，这个其实就很明显是在高雄非常强的产业。那你的中心的地点设置在一个不是你最强产业的地方，你说你会发展的非常好，我认为那难度是非常高的啦。我认为其实真的应该要尽速，当然迁移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可是我觉得发展方向上面，我想未来新政府上来不断的跟部长院长我也会不断沟通这件事情，你至少能做的是先把你的强项产业强在哪里，先把你的研发先把你政府的资源往那个地方丢，你才能够把那个地方发展起来。我们现在要求的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往高雄搬，而是你把真正强的东西让它形成。你一个这样的中心，你继续放在淡水这个地方，你再放个10年20年，我认为它的进展相当有限，因为所有民间最强的就在高雄，而你把你的人放在这边，你的研发能量、你的各方面合作能量一定是弱。你光要跟他沟通，你要坐一趟高铁下去，至少2个多小时。你如果坐落在旁边，你可能随时很多的一些讨论、研发、沟通、跟学界的、跟产业界的沟通什么，会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我认为这件事情真的要请次长了，因为现在您是常任的文官，次长跟请董事长真的要慎重的评估。但迁移是一个大工程，但是我认为人才要不断的往那方向去移动，不然永远南部人会万谈好的东西，好的缺永远只有在北部，而连这个应该是在高雄最强的东西也一样坐落在北部。我认为这个是没办法达到有效的产业布局的效果了。好，好不好？再麻烦次长跟董事长。好，谢谢，好，谢谢建议，谢谢。
好，谢谢赖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郑运鹏委员，郑运文鹏不在现场。陈赖树梅委员不在现场。马文君委员不在现场。严宽恒委员不在现场。刘世芳委员不在现场。吕玉林委员不在现场。高志鹏委员不在现场。邱义莹委员不在现场。林俊宪委员不在现场。刘兆豪委员不在现场。好，我们在场的陈欧博委员，请问您要发言吗？哦，好。那么今天登记发言者除了不在场者外，都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邱义莹委员、张立善委员、徐真卫委员、高志鹏委员、林俊宪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那么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付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那今天询答结束，定期审查。另外，刚刚有许多委员所提的临时提案，共计十案，预计下次会议再行处理。本日议程处理完毕，散会。